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内政组之质询，请检委员东明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啊，现在有请院长。请您院长。检委员好。院长你好。记得在第一次质询我们院长的时候，我提起院长对原住民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当时你是很坦白的讲，真的是对原住民没有什么多大的概念。经过4个月以后的今天，不晓得院长现在对原住民的了解的程度到哪里，是不是简单的做一个说明？跟检委员报告，我想我还是在学习中。那么我曾经在过去这段时间曾经有机会去过花莲，但是接触的这个机会还是不多啊，所以我想我应该还要再继续学习。是，这是过去我比较担忧的一点。但是我想这4个月当中这风灾不断，我想院长包括我们总统都到原住民地区去看灾，我想院长也看到了我们原住民的所处的地理环境，应该大致也了解。是的，我们始终觉得说从过去到现在政府好像对原住民都是口口声声都蛮尊重都蛮照顾的我们也看到是有照顾，但是始终抓不住到底方向在哪里记得我们蔡总统在就职典礼的同时他提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口号说我们现在政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政府，解决问题的政府应该就是针对我们地方共同的需求这叫共同的问题来去解决所以我想今天我来提出两个目前是我们原住民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而且几乎这个过去的计划是有都做不到现在请院长看一下我几张这个影片现在呈现出来的3个图片大概就是原住民地区的殡葬目前的这个公墓的状况。在20几年前几乎就已经是饱和了饱和，严重饱和。所以我们每次提起这个公墓改善的问题我们内政部大概在12年前也开始订一个我们殡葬设施的这个示范计划包括我们整个全国的这个殡葬的改善的计划，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现在已经是第三期了已经第三期。我们看看这些公墓密密麻麻的现在已经是轮到死无葬身之地了，已经没有地方了，因为可利用的那个公墓的用地是相当的有限的，都是山坡地，要不然就是那些造林地，那个都不可以利用。所以经过这几十几年的这个一再的盼望我们政府能够重视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计划，但是始终就没有办法彻底的改善原住民的公墓的问题。我们看看你们第一期的这个示范公墓的第一期第二期，这8年当中过去平地的公墓我想大家也非常了解是非常的凌乱但是经过十几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平地的这些公墓几乎都现在都已经改善了。到第三期的计划是102年到105年，
因为平地已经大概都完成了，啊，第三期102年到105年四期当中，从前年开始，在我们极力的争取之下，难得看到我们原住民这个地区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啊，有必要来去改善。但是呢，我想啊，部长也知道哈，啊，最近我们好几个乡都向我们啊陈请，甚至到立法院来啊，跟我们讲这目前这个严重性哈。104年啊，104年，我们啊内政部这个地方大概啊编列了有9000多万的经费啊，25案啊核定了25案啊，有24案是在原住民地区。20万有24万在原住民地区，啊，大概是9120万的预算，有9100万，将近9%啊98%的经费是编在原住民地区。那么今年，啊，今年也有17案核定17案，有14案是放在原住民地区，啊，9377万的经费，有6000多万是摆在原住民地区。因为你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严重性嘛，啊，已经啊看到原住民啊这个乡亲啊死无葬身之地啊，啊这样的情况，啊把这个经费大概啊都摆在原住民地区，但是原住民地区公务改善的需求量是相当的大，非常严重啊。刚才啊院长所看到的那3张照片只是冰山一角啊，更严重的照片是那个情况。啊，实地的情况更严重哦，啊，那个是很难想象的。我们正在起步了，平地的已经完毕了，我们原住民地区的殡葬设施的改善正在起步。没有想到，啊，这一期结束以后，第三期到105年，就是这个年底结束以后，这个殡葬设施的改善的示范计划就要终止，回归到。啊，地方自治由地方来负责。不晓得啊，我们心里面在想，像这样的情况，平地弄好了，原住民正在起步，就开始终止不做了，回归到地方，地方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我从地方，我从基层上来的，我从乡长、议员这样啊到立法院来，地方能够解决的话，早就解决了，啊。难得中央有这样的计划，还没有想到，啊，今年底就结束了。我们还有很多的案哦，还有很多的案已经核定了，甚至于前置作业的这个规划经费已经啊补助下去了，啊，我们看看下面，啊，再看看下面的啊两张照片了，已经进账了，已经在施工当中了，啊。甚至于呢，已经啊，第一期的就是工程的发包已经发包了，啊，结果这个计划就啊结束，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所以我们几次的啊这个协调会议，我也邀请了啊内政部啊，并且民政司，我也请了啊这个国发会，因为民政司啊推给国发会，国发会说啊。啊，就这个一定回归地，要回归地方了，啊，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再编列预算，这样的那个公务改善的示范第三期计划，我结束以后就没有了，那这样怎么办？刚刚要起步就要结束，啊，不晓得院长你对这样的看法如何哈？跟学员说明这个部分，我是原来并不了解他这边有这个问题啊，那么。我想他应该是示范计划，所以他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终止。至于终止后这个问题啊，应该是在要一个通盘的检讨了啊，是不是应该是由地方政府还有这个内政部啊、原民会啊，就这个他这个是来自于地的不够，还是来自于这个其他的问题啊？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规划检讨。如果否则光是示范计划可能不足以解决通案的问题。这个计划叫示范计划是非常好。啊，因为它里面的内容就涵盖旧木更新，
啊，跟设立这个纳骨墙或是纳骨塔。原住民过去啊，我想诸位也知道，我们是非常忌讳这个火化火葬，但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安葬了，啊，所以这计划开始之后，我们几乎现在都配合，啊，都配合这配合这个计划，啊，像我们家乡现在进藏以后，大家都火化，啊，大部分都是在火化，啊，正是改变转机的一个时候哈。啊，旧墓能够重新啊做一个更新，啊，过去啊，我们也听到内政部的讲法哈，啊，这个计划宗旨主要就是说，平地的纳骨塔是过剩，平地的纳骨塔过剩了啦，所以现在目前啊改善到啊纳骨塔过剩，但是原住民地区正在开始，大家啊可以运用这个纳骨墙啊，有几个乡啊做得不错啊。挖出来放在啊纳骨墙里面，这个国土对国土保安的作用是相当好，啊，我难得有这大家有这样的那种改变，所以我想这样的计划哈，我是跟院长具体建议哈，啊，这个啊原乡啊公墓急需改善的需求哈，啊，希望啊能够延续。啊，以这样的改善的计划来继续来做一个延续。第二个，啊，平地的公墓已经全面改善哈，原乡才刚起步就要终止，就要有地方办理哦，这是非常不公平，也非常的不正义。我们讲究正义，啊，只看到啊平地的那个改善了，原住民地区就啊不延续去做，就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第三个。啊，原住民，这个是共同的大问题哈，哦，哎，同样急迫性的，因为刚才讲过，共同的问题要解决的啊，希望我们院长能够重视，也希望今天院长就能够指示哈，哦，就按照我们啊，在啊105年10月4号，啊内政部跟国发会，啊，我们在立法院所协商的一个结论，啊，按照这样的结论啊，可能院长没有看到这样的结论哈。哦啊，能够切实的来做一个办理，啊，不晓得啊，院长看法如何？嗯，是不是我们先，因为这那边的结论应该是让内政部跟这个先做一个需求嘛，啊，先去看一看整个的全面问题，然后再来看是不是要跟国发会提出来一个计划。那这个是不是先让叶部长来说明，我再来了解整个状况？那部长是不是你也？对，确实，委员您刚刚了解是确实如此哦。第三期哈，哦，那虽然主要用在原乡，那确实今年本来预定要结束，不过我们也还了解到确实还有这个样子的需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如同刚才院长所提到的，那我们积极的再去了解现实需求的状况，然后能够延提计划，那再 跟院里面 来争取预算，看以后能不能往前推动。但是我们还是得，我刚刚委员提到的是很重要，还是得对于我们未来在这殡葬设施的一些方向，那确实是能够往刚才讲到的是往环保往这方面，然后也兼顾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来推动。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内政部民政司切实的在做一个调查，原乡地区需要改善的到底还有多少处，而且需求量到底多少，接下来延续的计划就针对原乡殡葬设施的改善的一个计划，当时我们是做这样的结论，所以在这里做，这还要跟原民会一起来合作了，不过方向上应该是的确掌握需求然后再提计划。好，另外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时间关系我很快的来个说明哈，大概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都是一些原住民乡的乡公所的办公厅办公厅是哈，这个漏雨的情况哈，相当严重而且这个都非常老旧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内政部哈我们同样是内政部，这个计划也是这个执行方式是不对的。他一起就6年一起就6年计划哈，6年计划向这一起
核定七处，103年核定，107年这103年核定以后，这个四年当中，4、5、6、7通通不能申请了，结果核定了七处，核定了七处有5处没有办法执行，等于说6年当中只改上2处，这个相当是全省的，不包含原来是全国性的，本来是要做17处，最后核定7处，能够执行的才5处，才2处，7年当中只能改建2处，2栋，还有5栋是已经核定被收。好，谢谢简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郑委员添材执行，询答时间15分钟。院长，还有行政院林院长，各部会所长，本院各位同仁，媒体李氏先生，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郑委员好，院长好，来后好。这个再次的要求，对于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原住民被告，行政院应该要撤告。这个是在今年6月21号，本席在市政质询的时候，跟林院长特别告诉林院长，原住民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猎捕野生动物被起诉被判刑，采集森林产物被起诉被判刑，使用祖先的土地被视为窃占国土，被起诉被判刑。原住民族基本法施行公布已经11年多了，国家都没有修正其他相关的法律，导致原住民族继续的被起诉、被判刑。在今年林院长一上任之后，有关太阳花占领行政院，林院长既然可以撤告，对于符合原基法的原住民被告更应该要撤告，对于告诉乃论的部分就比照赶快撤告，立即撤告，对公诉的部分只要行政院相关的部会能够跟相关的司法机关能够说明，这是国家怠惰没有修法，这是国家违法，应该告诉司法机关不以诉追之意，我相信司法机关就会能够有所好的处理。今年蔡总统在8月1号特别向原住民族道歉，道歉文里面特别提到，原住民族因为传统习俗而遭受起诉与判刑的案例，我们来研议解决的方案。我在8月23号邀请了相关的部会以及包括行政院召开协调会，撤告原住民比撤告太阳花更具法理，从刚才的说明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行政院各部会都没有做处理，都没有做处理。既然林院长你不敢做决定，是不是请林院长转请蔡总统来决定，符合原基法的原住民被告，这个告诉乃论的部分立即撤告，公诉的部分就告诉司法机关，是不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院长，你们能跟你跟蔡总统报告吗？因为事关重大嘛。郑委员，这个您上一次在总咨询提到这个问题哦，其实我也有请我们的林郑委员有去研究过啊。那么同时，我们已经把那个有关的这个
就照您的那时候咨询的这意思啊，我们也有参照，把有关的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枪炮弹药管那个刀械的管制条例的修法，已经送到了这个立法院来啊。那么，所以这个您所提到的，就是对于尽量的去尊重原住民的既有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做法啊，我们来朝有利于原住民方向这边来思考。这个修法部分已经在立法院，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啊进入通过。那个院长。没有，你送的那个法跟那个这个无关呐、啊，跟那个无关呐、啊不会解决那个问题。这个我们媒体都有报道，我们原住民的立委都有讲了，那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好，现在是指说已经有的。我拜托院长，你就跟蔡总统报告嘛。我们这样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您这目前已经有的案件啊、哦，好好，所以如果有的案件，是不是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案件都在各部会啊。案件都在各部会，各部会都清清楚楚，是他们移送的，不是我移送的。哦，案件都在各部会，啊，就请林院长啊，这个部分能够继续的来，啊，来。是不是还是我们去了解一下，或者请原民会了解？否则我这边不知道任何，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个部会？跟原民会没有关系啊，都是在各部会，在农委会啊、经济部啊、在内政部啊，都在那边啊，所以才会上次才会要你。啊，指定这个政务委员嘛。对，我们就是在修了这两个法，好像是为了去解决这问题啊。也是不是我补充一点好不好？就是不，那个部长，院长，会跟下一个议题也有关系的。如果你下一个议题做得好，哦、自然也可以为我们原住民族解套。好，接下来，请行政院能够落实《原居法》第34条的第二项规定。《原居法》在1994年2月5日公布施行。其中34条规定，主管机关应以本法施行后3年内，啊，来修正相关的法律，譬如说《野保法》《森林法》等等。那因为已经11年多了都没有修法，所以原住民族的立委在上一届，也就是在6月24日，新公布了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增加第34条的第二项。第34条第二项特别规定，不符合原居法的要修，还没有修的时候要怎么样呢？由原民会会同相关的部会，依原居法的原则来解释，透过解释，好、哦、来适用。啊、哦，譬如说森林法第15条第四项，它规定的是传统领域才可以采取森林产物。但是原居法规定的是原住民族地区，本来应该修法11年来都没有修，所以可以透过解释说这个森林法所适用的范围就是原住民族地区，非常简单。野生动物保育法也是一样，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的是传统文化记忆才可以狩猎，原居法增加了一个自用非盈利的自用可以狩猎，所以只要依原居法34条第二项解释，就依原居法自用非盈利的自用也可以，就解套了。包括刚才那个被告，自然司法机关就会给予尊重，甚至能够免刑哈。国家公园法也是一样啊，内政部的国家公园法，啊也是一样，应该配合修法及解释，原住民族地区内的国家公园得狩猎动物或捕捉鱼类。啊，渔业法农委会的渔业法第44条，啊，也是一样，要配合原居法去做解释。矿业法，啊，也是一样，就依这个原居法第19条解释，可以，啊，原住民可以采取少量的矿物。土地法14条，啊，上次内政委员会我有跟那个部长，啊，有咨询哈，他们愿意去做，啊，马上去做解释啊。蔡总统在8月1日的道歉文也特别提到，原住民族基本法并没有获得政府机关的普遍重视，所以蔡总统说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光道歉不行，要很积极的，尤其是原居法第34条第二项已经给行政机关最好的一个法宝。我们原民会啊也很积极，邀请了内政部针对国家公园法来依34条第二项要做解释，结果内政部就派一个营建署的
一个非主管啊去参加会议，没有结论。所以像这样这么重要的，因为这个原居法三十四条第二项，如果充分的来啊做解释，相关的法律都能够做解释的话，就不会有继续被告。已经被告的司法机关也就会参考，啊，也许就可以免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院长只有一个拜托，就请院长指定由各部会的副所长跟原民会的副主委来分别就刚才所提的这些主管的法律啊，能够依原居法三十四条第二项来做一个解释，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月内就可以解释？这个不是很困难的。这个部分，谢谢郑委员指教。我想您讲这个部分，我们会好的。我想我们可以请就是原民会跟这个相关的机关主管啊，那么在两个月之内啊，就这部分来做一个了解，尽量朝对原住民有利的方式来解释，好不好？对，因为我们没有强求，只是要你去符合原居法。好不好？好的，好的，部长可以吧？委员的方向非常好哈，就是原居法的基本精神，确实除了立法以外，可以透过法律的解释方向去落实。那这个方向倒是可以由各部会在这个方向上尽量去做。拿内政部来讲，那确实往这个方向一直在努力。不过过程当中，我想委员也知道，也碰到一些。各方面要协调的部分，那请大家、我看大家一起努力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国家公园法的部分呢、法务部已经给你们很好的解释了，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方向。那个院长，这个部分呢，就由各部会的副所长，我们请原民会跟各部会去协调。要副所长啊，可以吧？各会副所长可以，没问题。好，好，接下来我们谈这个禁法补偿的预算哈。禁法补偿的预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事实上，行政院是违法挪用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总共有16.5亿元。105年度啊，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的费用是14亿，行政院挪用了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6亿的经费去做禁法补偿。106年度禁法补偿的费用是21亿，行政院挪用了综合发展基金10.5亿。为什么说是挪用呢？我们看这个森林法，森林法为了国土保安呢、第10条特别规定，总共有4款，譬如说位于水库集水区、溪流水源地带等等，主管机关可以限制采伐，就限制采伐就禁止采伐，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禁法补偿啊。没有那个森林法，就不会有所谓的禁法补偿，因为森林法第31条也规定禁止砍伐竹木，这样的话，我们受害人就可以得请求补偿金，所以有禁法补偿条例。而禁法补偿条例到底应该要谁来编列？当然就是这个法律的主管机关嘛。这个森林法的主管机关不是原民会，是农委会。我们看原居法第21条的第二项，原居法第21条第二项规定很清楚，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自己的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时候，受限制所生之损失，应由该主管机关。该主管机关就是森林法的话，主管机关就是农委会；自来水法的话，主管机关就是经济部。非常清楚，应由该主管机关宽列预算补偿之哈。那主管机关森林法就是农委会哈，所以应该依森林法以及原居法来编的由农委会编的预算。当然农委会也没那么多钱，就必须要由行政院，也就不应该要由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了，因为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是很辛苦累积，从台湾省政府
从无到有我都参与其中啊。我那是公务员呢，我参与其中。原住民族中文发展基金的一个用途非常清楚，而不是做这个项目啊。何况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呢，按照预算法的规定，预算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第四目，哦，这个是我们这个院长的专长了哈，预算法特种基金依预算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第四目，凡付出仍可收回的，凡付出仍可收回。这个综合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就是付出之后还可以收回的作业基金，这个是预算法明定，原住民综合发展基金里面也明定。事实上我们这个进法补偿付出去就不会收回的，是收不回来的，没有的。所以支用在综合发展基金是错误的，是违法的。所以行政院呢应该在107年度要自己编列，要由行政院专案的经费来给这个进法补偿的一个费用，而不应该编列在这个综合发展基金。那已经挪用的16.5亿的经费啊，应该要还给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院长，这个是这是你的专长。好，谢谢政委指教。我想这个部分啊，至于他有没有违背现在规定啊，这个部分因为今天主计处不在，我们请主计长能给委员一个书面的说明，好不好？好，如果说，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好，谢谢郑委员。好，谢谢林院长啊。下一位，我们请江委员永昌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那可以请行政院院长林前院长，请您院长，那也可以，我就先请这个内政部叶部长也一起列席。好，请叶部长。哎，江委员好。好，那个院长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了哈。没问题，可以就坐，没有关系。江委员好。好，那个今天早上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哈，正在办这个听证呢哈。那我本人也对于在中和，哦，这个齐鲁公司、齐鲁企业，在当年会跟这个台湾省农工公司去购得，齐鲁的这一块在南势角的一个土地，我去做的一些查证也有提供的。但是哈，很特别的是，在我去查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怪怪的一个讯息了哈，我不知道有相关没有相关，我相信你们也去了解一下，哦，到时候也可以提供给这个顾主委他们去研究，然后就是我们的余彦良董事长，这蛮奇怪的哈。这个，前面的几个案呢哈，浩鼎案，也有看到他的身影。那在赵翁案有关于建基的这个超贷了哈，也有看到他跟这个蔡有才前董事长这样互相关系。但是在中和的这个齐鲁特种工业区，总共12公顷，国民党的中投底下的齐鲁占有将近10公顷，旁边的一小块相邻的土地也有叶良董事长的身影啊哈，他在那边有一个华新段200地号，812地号，也在那边的红炉地段448地号，而且在齐鲁特种工业区在新北市过去台北县政府进行的都市计划当中，他也去做一个陈请人，要求这个特种工业区看能不能变更为住宅区了哈。那我提供这个资料，我没有做
任何的这个指控，但是难免外界会有很多的个怀疑哈，那请你去研究一下。好，啊，接下来我就要进行我今天的主题质询了。啊，在这里我要就教育院长哈，当然这个部长也可以回答。大家都知道，内政部花敬群次长，他是我们蔡英文总统房市政策的这个白皮书执笔人。他当时讲的我们的居住政策的三支箭，第一个当然是住宅法要修法，有关于社会住宅，这个只租不售 来提供可以给大家有房屋，但是这个也要需要一段的一个时间，那第二把箭，第二把箭就是所谓的房屋租赁专法，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空屋余屋，那另外也牵涉到出租人跟承租人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包括到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房屋租赁的专业机构或服务的这些公司企业能够针对这么多的空屋余屋做出一个产业，啊，其实这个对房屋的这个房市的一个平衡，大家不要再把这个当作只是房屋投资的一个好囤房啊，变成一个理财啊资本利的一个工具，相当的一个重要。我个人反而是觉得这把剑应该先设好，啊，最终才是好，耗时耗力耗工好最困难度的这个都跟当中去取得我们这个居住了哈。但很奇怪呢，但很奇怪，我刚刚讲那么多，可是部长您在上个会期六月二号的内政委员会的专案报告，你说要推动制定住宅租赁专法，你在这个会期啊立法政策协调汇报九月十二号，你说要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接着有个转折啦，你在九月十九号你说租屋专法暂不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这是为什么？这只是立法时程上要做一些微调，那方向上 都一样，那租赁专法现在在研议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了解这方向是非常对也非常重要，但是要解决两个问题，我跟委员坦白说明，第一个部分是来自它跟民法里面有关契约的这个部分，它会不会有干隔？那从租赁专法的角度跟民法之间怎么衔接？我们本来草案拟到相当多的程度，但是我们更周延的去征询各方面意见之后，发觉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声音，那我们还是要很周延的去考虑，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也不瞒委员，就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些租税措施的一些调整。那这方面我恐怕我们还是要跟财政部门还有一些部分还要再协调清楚，大概就是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如果处理好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把租赁专法送到立法院来了。我没有听到你的期程啊，院长在这里，我也不是故意在院长的面前好像数落部长一样啊，只是这当中一定要说出一个道理啦，也就是说本来列为优先法案其实也是解决，现在还是优先啦，但是我们那你已经讲了这个会期本来从这个会期优先到这个会期不列入，这当中需要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说明啦，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会期时间确实相当有限，所以我们你卡关了嘛，对不对，卡关了嘛，你知道我们玩那个手游啊，你那个有没有玩过宝可梦，有没有去抓神奇宝贝，卡关怎么办，想办法解决嘛，对，现在你的租赁专法你就卡关啊，你刚刚讲那些东西包括你讲的它可能跟民法它可能跟土地法甚至你们的那个什么定型化契约可应记载跟那个不得记载的一个事项它里面的规定是根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它的一个上位，而不是真正的去制定一个租赁专法，这里面包括的可多类都不是你现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法令能够解决的，所以你必须修法或立专法。我讲了，如果你现在是遇到什么样一个状况，你不能沟通吗？有反对的一个声音的话，对不对？你就像那个宝可梦一样啊，你多走几步啊，补充站啊，去拿多一点的球啊，对不对？去寻求更多。委员，我们现在就是多走几步路了哈，我们现在是确实多走几步路，方向没变，路径没变。但是确实如您所讲的，我们多走几步路，那能够做好沟通，能够把这个法这个草案弄得完整，弄得好，你现在就是以后推动起来比较顺利。民法土地法，不管是对于说强调契约自由，那结果造成这个
承租人负担比较多，出租人比较优势，还是说你在土地法有关于公权力对于房屋租赁权利义务的一个调整与介入，这些都不够完备啦。那我说你也可以怎么样，你要参酌这个外国有相当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法律，看有没有对台湾有所适用啊。你要找高手啊，你知道吗？你自己抛出去抓不到神奇宝贝，你要参酌 人家的这个厉害之处，或是人家的一个要点啊，日本啊，诸如其他的一个国家都可以参酌啊。你说明看看，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有，我觉得你好像卡关了，就放着了。然后这当中的转折，我们有一个，我们确实是在法律上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在跟外界沟通。确实，民法是一个基础的规定，但是政府基于公共政策上的推动，要来活络租赁市场，它本来就可以采取许多政策工具，在这个过程去推动。现在问题并不是方向的问题，现在问题是的确是一种沟通。那把沟通做顺以后，一放进去啊，提到立法院去的话，我们立法就会更顺。所以只是这样子啊，这样一个很负责任的把该有的障碍能够处理好。我不是打断你的话，但是方向没有问题，跟力道都没问题。打断你的话，您刚刚的谈话当中，你也表示民法、土地法，或是你参酌的消费者保护法去制定定型化契约都鲜有不足。等一下我会提出问题哦。但是你回过头来想想看，你另外一个卡关就是说，我认为啦，其实只是不只是解决个人房东有没有跟承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其实空屋这么多，你知道吗？全台湾有多少空屋？从1999年统计到现在，有800,000+的一个空屋而且过半都集中在六都啊，光是六都就占全国的空屋超过一半以上。你社会住宅要盖200,000户，你空屋有800,000+，空屋在六都有500,000+，你这些没有去想，所以你三把剑，我不知道中间这个租赁专法这把剑是射歪的，还是公断，还是悬断？我还是跟委员说明一下哈，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刚才我们好像集中在租赁专法的立法速度，但是为了解决空屋，为了活络租赁市场这个部分，我们社会住宅里面的包租代管80,000户的这个政策，那透过现在住宅法修法，某些方面也能够提供更多的基础。所以我们包租代管这个制度呢，当然租赁专法立法更好，但是还是可以一直往前走。可能还没有听到足够的具体，社会住宅那是不是有资格有条件？现在所有空屋要出租出去的，未必是社会住宅的有资格有条件的啊。这当中你怎么样去引导，作为一个房屋租赁服务业，把它当作是一个产业来进行，这个非常重要。它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它应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它的专业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证照？以及将来它如果没有按规定，是不是怎么样的一个罚则？这个都没有在你现在的法律框架上，或你在今年6月所定的定型化契约当中有关于应记载跟不应记载事项，这当中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立租赁专法。所以我们要立。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另外一个重点，如果你真的看它是重要的房市政策，重要的居住政策，也连带到产业的一个影响，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房市的一个市场，它就是一个你应该做，你应该抛出一个法律能够有完整，能够有权利义务，互相在承租方或出租方或是中间的政府认证的专业的经纪人当中，去把利多丢出来啊，这个就是有没有？打手机打游戏，你卡关怎么办？对不对？抓不到你就丢一个莓果出去，会引起神奇宝贝过来啊！你有没有丢出这样子，让人家愿意来？没有啊。委员，我们已经草案里面已经丢了很多了哈，那我相信也能够得到还是草案啊、哦，就不是你原本讲的哈优先法案，或是在本会期应该推动。所以我刚才跟委员提到，只是刚才那两个关节点，我们再来努力啊、哦，也请委员多多指教支持。好，我跟你讲了哈，其实你线下民法跟土地法，你最多只有讲到说，有关于这个欠租，然后押租金的返还啊，提前终止这个租约、修缮问题、费用欠缴、付税这些啦，在你现在民法加土地法，再加上定型化契约的那些事项，对，都还不够完整啦。我认为啦，要不你今天就能够跟我讲说，在我们现有的法律框架上如何去修法，就能够完备。否则你真的还是要朝向房屋租赁方法这个专法去制定啊。我一再强调，就是要这样子做的。
啊，而且现有的不管是民法、消费者保护法，或者是我们定型化契约条款应记载事项或不得记载事项方面的规划，确实是还是整个加起来还是有所不足，所以用租赁专法去涵盖，那只是说这里面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才提出来。好，那你可以告诉我时程吗？详细应该我想这个会期你现在已经我们还在你现在已经深深慢了呢。我们的行政院团队其实我是给予高度的肯定，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改革、我们要为人民所做的一个事项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是慢慢慢，速度慢，速度慢对于期待会变成等待，等待就会变成怎么样，失去就是耐心啊，那个焦虑感很重啊。所以委员的关心呢，我可以理解。然后我们在这一年年底之前应该就会有比较具体的结果了。今年年底不是啦，你如果再讲今年年底的话，那你在之前的发言、在之前的报告，以及在这个会期本来优先法案，到后来变成说本会期不予讨论，这些你要给我一个解释啊。哇，原来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时常会用很短的期限，然后期待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一种我们当然都很努力了，我想委员也了解，我们很努力来推动这一个法案。部长好，院长在这边，我再很仔细的讲一遍，现有的法令绝对不够完整，而且还带出衍生性的问题。你的定型化契约当中，你光是一个房屋租赁业，到底是个人团体还是公司，你就定义不清。后来 你本来想说，想要把它定义为这个租赁的企业营业，可是其实台湾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个人房东其实占最多的这个出租量，可是不来申报，反而是都来申报的是法人，但是他却不是出租的比例当中最高的。这当中你要去思考，那你衍生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屋租赁业，如果只有在定型化契约当中应记载不应记载事项，你这个明定是没有用的啦，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然后呢？假如你不定专法，我们在契约当中也很难去对于所谓的出租人他的这终止他的这个房屋，他不可能每一项都会写在合约里吗？部长，你了解吗？我了解，委员。比方说承租人万一发生这个同居人或是他的配偶、他的亲属过世的时候，这个权利怎么继承都不会在你现有的法令的框架里面得以帮他们得到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啊，现有的又是叫人民，就是说当有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去县市调处，调处不成的时候再怎么样去法院提起诉请啊。请问你你有去统计这样的资料吗？到底有多少件去调处吗？您的意见的主轴基本上就是说，现有从民法、消费者保护法、土地法到契约应记载不能记载事项，这一些规定都还是不够作为活络我们租赁。那这个方向我跟你完全一致。咨询完后你要给我时程表。完全一致，我们努力。我刚才已经讲，好，谢谢江委员啊，好，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宜杰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有请院长。请林院长。同仁好。院长好，院长，对于民进党一分钟就通过劳基法的修正草案那院长我想请教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放下压在心中的一块石头呢？那你觉得民进党党团这次表现的怎么样？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劳基法的修法，我们行政院已经把这个草案已经在这个应该是在6月份就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了那么当然我们后面的后续的审议，我们都会尊重立法院的这个审议的这个过程。所以并没有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量让有行政院有机会跟各个委员来做一个说明这个法案的必要性，所以还是希望跟各个委员能够做说明嘛。因为虽然16分钟就完成蔡总统他自己拍板定案交代的任务哦，但是定案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一回事。那16分钟的混乱中，大家只看到一分赢跟所谓的那个半分钟的事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是院长要的吗？这是你要的吗？这个部分因为是在立法院审议哦，我们行政院都尊重这个啊审议的这个中间的所有的过程呢、啊。那你觉得会不会是蔡总统要的？可能不能够。那这样的局面会不会是蔡总统要的？看来不是院长想要的，那是蔡总统想要的吗？我们希望整个审议过程中间能够有充分的沟通，已经得到一致的这个大家的一致共识。那你觉得这过程中有充分的沟通了吗？因为审议还没有结束嘛，还有后面还有协商等等，所以我们还所以可见这不是你所想要的哦。那院长，请您看一下这个影片。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也承认有些事情我们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做得不够好。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调整。会诚实面对，我们会改变，我们不会硬凹。执政党、民进党执政期间，更不会有半分钟的事件。但院长，影片中蔡总统说的话很清楚，结果现在劳基法修正一分赢跟服贸的半分钟如出一辙，那你会觉得这样好像民进党团打脸蔡总统？这个部分我想是我相信民进党团对这个部分也会有这个一定的说明啦、啊、说明他们的这个程序。那我们是行政院不方便就这个部分做任何的评论。那所以关于这一次一分赢的事情，那你觉得民进党有像小英总统说的说愿意倾听、愿意沟通、愿意解决吗？还是院长你觉得这条？我们其实在一立一休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跟很多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劳工团体，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尽量的去做一些说明还沟通，包含我本人在内啊。那么所以我想那么党团的部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乐意跟所有的党团来进行沟通。那我相信劳动部已经做了很多说明。因为院长，我期待的不是玩文字游戏哦，因为一分钟半分钟其实没什么差别哦，这跟你们所谓当时所说的所谓的谦卑也好，可是却违背没有开会没有询答就讨论送出委员会，其实你觉得你这种做法跟马政府有什么不同吗？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立法院审议的过程中间，我们行政院不方便对这个审议的过程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那听起来院长其实不予认同哦。那其实这样看起来就是横财路走了。民进党委员，我看以后会不会像螃蟹一样都横着在立院走？这其实是大家有可能会发生的哦。那请问，那真的一立一休是要砍掉？不对，是你们现在是说拿下劳工七天假？那我想请教的是，劳动部长对这件事能不能做决定？我不认为一立一休是砍掉七天假、哦、这个部分其实是不，这个是一种错误的了解了。那是不是拿下？拿下你们现在说法是拿下嘛？拿下七天假，但不是劳动部长能不能？好，他那个七天假其实是很早以前就已经砍掉了。OK，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个决定劳动部长可不可以自己做决定？这个是政策，当然劳动部它是主要政策主管机关，它当然是有义务要去对社会各界说明。但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当然我会在行政院那院长你能不能做决定？那院长能不能做决定啊？一立一休，当然是行政院要负责，我会行政院要负责。那既然是行政院可以负责，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蔡总统自己站出来哦？那到最后呢？最近也传出说蔡总统发了一封信去跟邻居致歉。那所谓这些陈情劳工的表现是脱序的行为，那也传说10月25号劳工团体有可能要攻进立法院。那看来这封信好像为抗争活动又火上加油。那院长，你要不要在这里帮蔡总统澄清一下呢？这个部分，我想一立一休，我刚刚讲了，其实是行政院的提出的政策主张。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跟民进党团在内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共识，不是蔡总统所提出来的。那么只是行政院跟蔡总统有报告这个案子的这个得失，还有一些就是它的影响。那么最后蔡总统也支持这个修法，只是这样子而已。那可是问题是，现在大家认为对不起劳工已经成为事实。那林院长在问你，愿不愿意向蔡总统替蔡总统跟各位劳工朋友道个歉呢？我不知道要道歉。所以你不，因为整件事下来，其实这个跟当初的承诺，劳工的到像一分赢的事件，包括大家都说拿下七天假，院长，难道这样子一连串的事情下来都没有愧疚之意吗？七天假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解读了啊。
因为七天假那个部分啊，其实很早以前在520之前就已经不存在。那当时民进党是把它恢复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我们会把落实周休二日来一配套来处理，到时候国定假日还是要一致化的。那所以院长，你有没有一点愧疚之意？因为现在我只希望说，院长可不可以跟劳工朋友道个歉，也不是要求院长下台。道歉有个原因啊，这个我不懂。您讲的是道歉之，我要道什么歉？没有，其实这如果这样迂回，其实就很明显，就是其实你们是不会道歉的嘛，连一点愧对之意都没有。那我只认为说，因为蔡总统自己有说过要还劳工朋友国定的七天假，那当时民进党立委还痛批过马政府时代的陈部长，那结果看起来我们现在执政政府好像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以前马政府你们认为不能做，可是现在执政政府看起来似乎都可以做，是这样子吗？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七天假当时是因为在五二零之前就已经被砍了，那么但是我们的把它恢复过来的时候是说，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做落实周休二日，一旦我们落实周休二日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部分跟其他部分一起配套来调整，所以并没有所谓砍七天假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愧对之意。其实周休二日目前的新的办法之后呢，劳工的放假时间是有比以前增加，不是有减少的。没关系，违背你们的休假、包含休假在内的。OK， 所以违背你们的承诺，你们对劳工也没有愧疚之意。那 OK， 那修法的是一例一修，不是两例。那这样欺骗、背叛、压榨劳工的罪，那林院长，你认为这接下来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人要下台负责啊？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目前是所以你们认为没有政策，我们提的公共政策，我们认为是对整个社会来看是现阶段啊，能够让这个劳资双方，包含中小企业在内，他们能够得到的是一个最平衡的一个做法啊。OK， 那你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嘛？哦，好，接下来就是也因为你们这样的态度哦，我记得上次接近上任100天质询的时候呢，那时候鹰犬的民调已经接近死亡交叉，那但上个月的民调已经双双呈现不满意度都高于满意度，甚至外界也形容说，哎，这个是雪崩式的民调下滑。那是不是因为为了要救民调，所以蔡总统最近动作这么大，要亲上火线也好，或者对党内喊话？这个部分跟民调高低没有关系，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公共政策推动啊，能够比更有效率的来执行。现在外界都批评鹰犬政府以会养会哦，那这么多叠床家务的会中，我只是好奇，那院长到底有没有你跟蔡总统两个人专属的热线，或只有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秘密会议？所谓的鹰犬会有没有？我跟总统原则上是每个礼拜会有一次，就这个我们行政院目前的一些政策啊，跟他有一个碰面的一个讨论，这个是每个礼拜会有一次。那只有你跟他吗？是的。OK， 那为什么我这么问呢？那个团队自爆弹这么多，那大家都点名很多啦，国防部、劳动部、交通部到现在都不动如山，但是第一个被换掉的好像是院长的发言人。那听说呢，这个换掉这个决定也不是院长决定的。那院长，你觉不觉得自己带的人还是别人把你换掉的，委不委屈啊？这边特别要澄清一下，就所有的这个院里面同仁，包含发言人或是内阁的阁员、政务官或次长、部长，他们的异动啊，都会要经过我的同意，而且都是我同意之后才会有异动。那之前呢、啊，陈局市长有接受过媒体专访，院长有看过吗？陈局市长他说他决定会表示会全力力挺林权院长，那院长有没有看过这专访？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媒体报道，但是是哪个专访我搞不太清楚了。所以你没有看过。那如果有一天真的是黄毛来接阁揆了，那院长会不会也说出同样全力相挺的话，好好的祝福他，会不会？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哦，我们还是希望把工作目前的工作能够做好。至于人事异动，这个部分我想不是我现在能够考虑的问题。那如果假设好了，今天陈菊当了行政院长，那你认为蔡总统会不会这么忙，还是每天都上火线跳到第一线来处理这些事情呢？每天都在救火、会不会啊？这个是不需要我来评论的事情。OK， 其实啊，院长，我也对你的处境很打抱不平。为什么呢？因为外界点名院长下台或传闻接任人选，其实一直都不断哦。那像这样子，到底会不会动摇或影响院长你决定做事的决心或者心情啊？第一个就是嘴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怎么讲我们也不能控制了啊。但是呢，我是目前呢不会受这种说法有任何影响，我们还是很专心来推动我们应该有的工作啊。那最近13A央行总裁彭淮南有抛下张翰丹说他只做到2018，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呀？央行总裁 对，只说要做到2018任期结束。那你事先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有看到这个新闻，我不了解，我事先他没跟我提到这个事情。所以这10多天，就是总统院长都没有跟他见过面吗？
我每次也没有慰问，也没有院会都有见过他。啊，我院会都有见到他，行政院院会他都有来。那所以到底有没有给他慰问啊，或者是聊一聊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马蔡都希望找过他当副手，结果这样的总裁说走要走，应该都会有慰问或者是谈一谈吧？我觉得，因为这个下任的总裁哦，是要等任期结束的时候来考量这个事情呢，不是现阶段需要去考量的事情。其实政治斗争抢，就是真的这个抢位置哦。传闻真的没有断过。那如果总统院长都不闻不问，其实说真的，我们还是期待你们把专业人才好好的守护着，不要把它当成政治的牺牲品哦。但也有消息，陈委员关心哦，我想其实这里面没有任何抢位置的考量啊，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值得好抢的。好，那也有消息说下一任央行总裁可能就是院长了。那院长，你虽然上午好像有说没有这一回事哦，那如果没有这一回事的话，府方手上有没有什么接任的人选？这个部分哦，是等到任期结束之后，现在央行总裁任期结束的时候才会去考虑的问题，现阶段没有这个要考虑的必要，所以目前都还没有。那其实为什么我这样问呢？因为本席也认为院长其实总裁仍然有可能会继续请他担任，也不一定，所以这个事情不排除，有可能也会不排除请他继续担任，所以或许有可能未留过了。所以目前不需要去讨论这些问题。OK，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我觉得院长你也很适合担任这个位置哦，因为为什么？怎么说？2018年2月也差不多是进行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那如果蔡总统到时候真的要你转任央行总裁，那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我想这是一个没有必要去回答的问题啊。那不是没有必要的问题，就是假设，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现在行政院长，我就要把行政工作做好，好不好？那假设性的问题听起来就是还有空间啊，不然你现在就可以把话说死了。好，那你要我怎么说，我都可以说。我对这个工作完全没有兴趣，可以吗？所以你对这工作完全没有兴趣？对，是这样吗？可以，对。OK， 为什么？其实因为外界很多人在猜说，院长现在看起来就是忍辱负重哦，那是不是呢？总统已经跟院长交换好要换央行总裁的这个位置，因为至少这个位置是有5年的任期保障。那既然你这么说，也为了要让外界人不再猜测，那是院长，你也可以说一下呢。我的工作不需要任何保障。其实院长，我觉得话不要说得这么死啦，因为包括之前陈聪都说你是财经的专家哦，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转任。然后运用你的专业，其实替自己跟国家保留一点弹性，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哦。那另外呢，外界也都预测说，财政部长有可能是下一个要走的人。那院长，你是财经出身的，那外界也看好，起码内阁中的财经小内阁一定是稳的。结果呢，真正出包的没有走，然后走的都是这种专业财经人才。那未来还有？专业的财经人才愿意为内阁卖命去跳火坑吗？徐部长并没有离开内阁，有可能外传是这样子啊，因为当时我刚刚已经讲了，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啊，人家讲什么我们不能控制。好好，所以老蓝蓝换成老绿蓝，其实并不是院长乐见的结果，是吗？内阁也没有所谓老蓝蓝的问题，当然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也尊重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你也不认为为颜色来让专业退位，为内阁注入活水，有可能会转翻民调？这个部分我也没有评论。OK， 那上次院长其实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其实有关那个本席有提出阁员下台三证条款，那上次好像讨论下来，院长不是很认同哦。那本席也给予尊重。那但是因为丁克华的请辞，大家都说这是老你虽然说没这么问题哦，但是外界都认为说这是老。蓝蓝下台的前奏曲。那如果接下来又是院长说不会走的财政部长也好，或者是很多独派大佬点名的像李大为啊、陈天之、李世光这些人也好，那如果这些首长都走人了，那院长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很危险？内阁目前没有任何人事异动啊的考量，所以目前你有绝对的信心都不会有任何的人事异动。对，我们目前没有任何。OK， 为什么这样？希望院长能够去考量哦。其实还是希望对于内阁改组要有相对的定见或者条件。那否则要走要留，院长你都不能表达意见，那你也不能给予意见的话，到时候院长你怎么？移动都会经过我的同意，没有说不能表达意见。没有啊，经过你的同意，要你的同意是能够实时发挥效用的啊，连发言人都被换了，对不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说，院长你要考虑考虑，院长其实你应该好好的去考虑哦，要如何去订定一个内阁去留的准则，
不要说真的让，也真的是要让阁员有责可循哦，不然到最后呢，真的你没有办法掌控之外，我们也不能期待执政政府能负起相对的责任哦。那院长，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主席，请帮我有请张主委。好，来，请张主委，陆委会。委员好，院长、主委哦，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今天早上有听到那个院长跟主委在答询杨委员的时候哦，我想请问一下，本党宋主席出席 APEC 是代表哪一国啊？就代表谁啊？你可以回答吗？他代表哪一国？代表的是总统，因为他是总统的这个就是算是等于算是领袖代表。代表的就是蔡总统。那代表的是哪一国？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是的。什么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院长呢？你也认为他代表的应该是中？APEC 里面他的会员呢是叫会员体，会员体、就是、没有，所以他代表是中华民国，代表的蔡总统嘛？那院长您认为呢？蔡中华民国的总统就是蔡总统。然后代表的是哪一国？代表中华民国总统。那这个答案不是就很清楚了，也毋庸置疑嘛？对，它代表就是今天 APEC 特使所代表的就是中华民国，代表就是蔡总统。那我不懂，今天早上在答询的时候，张主委你怎么答不出来？然后呢，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拿过去主席在蔡总统的两岸政策神仙也救不了的话来指指点点哦，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哦。如果他代表是中华民国，那这个代表也是蔡总统，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那你们两岸对抗其实不是台湾的福气哦，那所以大家如果在为两岸的僵局那么的忧心，是不是应该再去更尽一份心意？你们觉得这样是不是应该相对重要，而不是冷言冷语或酸言酸语，其实也无济于事。院长，你应该认同吧？完全。我想两岸之间是需要善意的互动。那主委你也认同吗？完全认同。OK， 那蔡总统在专访中最近他表示呢，两岸关系不走回对抗老路，跟蔡主席创党30周年告党员的公开信说要力抗中国的压力。那我想听内阁到底要怎么做，到底是要听蔡总统的不对抗，还是要听蔡主席的力抗？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是两岸的关系部分，我们是不是请张主委来说明？跟委员报告，两岸关系呢，从这个两个层次来说明，在第一个层次就是在战略的层次，我们是要追求。没关系，那这样子院长没有办法说明，那主委你的答案我相信应该很清楚，要从战略什么的，我只问你说是要听你身为那个，你要听蔡总统的，还是要听蔡主席的？我们当然是执行总统的一个政策。哦，所以是听蔡总统的不对抗。好，那接下来。但是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北京的压力之下屈服，所以大的政策面向是要追求和平稳定，一定要去沟通跟对话。可是最近北京，比如说是在我们的国际，没关系，你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你后面你这些答案可以足够让你回答后面的问题，好，因为我不希望你。跟内政文会一样跳针了哦。那称对岸中国大陆中国有没有不同的含义？为什么这样问？外界研判蔡总统对对岸的称呼已经有中国大陆变成了中国，显示强化了一边一国的力道。那到底这样子的看法对不对？那个他是在对党内的一个公开信。那么我们两岸政策当然是由总统他是以总统的身份、总统的高度，所以我们遵循的应该是总统的一个政策。不过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大的面向维持现状这样的一个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面对中国大陆给我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该要表示我们立场的时候，我们立场也会非常的坚定。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是国际组织，我们不能容许它对我们的打压跟破坏。比如说是在观光客这一部分，如果来的观光客是有一个政治前提的话，
这个也是我们民众所无法接受的。那刚刚主委，你只是说要听蔡总统的，蔡总统的不能够用力抗的。那我们蔡总统也说了，不会屈服中国的大陆打压。但是现在目前就是摆脱不了九二共识的紧箍咒哦。那到底力抗中国到底要怎么做呢？嗯。大的面向就是说，我们你要有一个具体的面向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沟通跟对话，因为有些问题的立场不一样，更需要我们跟对岸一起坐下来，大家应该要把这个问题谈清楚。那么透过这样的沟通对话，可以化解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像今天两岸的问题，我们发现就是彼此之间少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沟通的一个管道。Okay. 那力抗，如果照你这样说，力抗中国应该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忙。但是今天传出日本核载食品要开放了，农委会主委又要台湾猪农做好美国猪进口的心理准备。那这个消息是不是事实？院长，这个应该是要你答吧？是不是事实？目前我们并没有这个针对这个就是猪肉的问题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的政策还是对于这个猪肉这个含莱克多巴胺的，我们是不同意它不同意进口的。所以蔡总统在日本读卖的新闻上说，现在搁置冲之鸟的地位问题，然后包括这个部分是不是相对的也是力抗中国，就可以拿国人的食安健康也好，或者是渔权也好来做交换跟牺牲，成为力抗中国的牺牲品，是这样吗？里面没有任何的这种考量啊！我想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部分，我们就纯粹从食品安全部分来考量。那么这部分当然要有一定的科学的证据，同时呢，也要让国人能够理解。同时，我们所有的食品安全的规范都必须要跟国际啊，也能够互相能够参照对齐。所以院长，你可以在这里保证，就是绝对不会拿国人的食安健康跟所谓渔权的部分去做中国的牺牲品。食品安全部分不会做任何这种政治交换，但是渔权不一定。健康，渔权的部分当然那是我们这个渔民的权利，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也要尽量去保障，我们不会在渔权上有任何的退让。OK， 那为什么呢？我这样问，因为呢，目前两岸关系其实是一个冻结倒退的状态哦。那刚刚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目前是不是到底是人民期待维持现状的现状？那而这样的现状是观光业期待的现状？那不能说只是蔡政府只为了顾好自己的面子，不顾观光业的肚子的现状，是这样吗？所谓的现状，当然有一种所谓主观的，还有一个客观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说，主委，观光产业的转型到底有多少的业者能够撑到转型成功？其实主委你讲的很简单，但是政府真的有能力协助业主转型吗？主委是不是应该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案，可以让大家来参考？因为包括蓝营八县市的旅行团好像认同了九二共识才过关的模式，那现在呢绿军四县也希望啊，那陆委会对于这样你有办法管制吗？你也觉得管制不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到底能不能够撑？如果说是有任何前提的话，我们认为实际上它在执行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而且在国内分化我们的内部，我想我们的民众也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还是大的面向，我们觉得如果这个北京他让他的民众到台湾来旅游的话，事实上不应该限制他的民众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所以观光其实每个地方都很美，我们都非常欢迎他们。所以观光业者听张主委这样讲，现在已经不是主委了，现在变成张老师了，变成就是说你不是要自己找出口而已，还要自己找逃生门哦。那这样子的话，我看观光业者真的需真的，主委你欠观光业者一个道歉，你认不认为？陆委会、交通部还有包括地方县市政府业者，大家都非常的努力，那么大家一起共同来想，我们还是希望看到具体的作为啦，好，不要只是表面上的安抚观光业者。接下来我想请问，因为真的主委现在陆委会看起来什么都不能做，那我也看不出来主委你认为陆委会的生命出口在哪里，所以这个无解，我只认为你不要只用安抚的方式哦。那马上就要迎接中华民国双十国庆，那我想请问一下，总统的国庆文告会接近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一点点呢，还是持续维持民进党的三十党庆公开性的基调？院长你应该知道吧。我想总统的这个他的说话我们会尊重他啊，目前我也不方便也不适合来就这个部分来做任何的预测。
所以目前双十文告的方向，听院长这样讲的话，应该院长有看过也略知一二了吗？哦，我刚刚讲了，我不做任何的预测。不做任何预测，那你知道了？你表示我不知道。啊？就表示我不知道。你表示不知道，还是不能？不做预测的意思，知道不能说。既然讲预测，就表示我不知道。OK， 为什么？所以代表你不知道，因为上街抗议一波波的团体也期待看到出口，期待两岸打开僵局。那到底是不是有出口，还是只有缺口？那你既然不方便说，那这个部分你总可以说吧？你说对不起，你的意思我没有完全。就是为了目前双十文告的方向嘛，会不会让上街抗议的团体能够看到希望？简单来说是这样。我认为总统的说话一定是正面的，而且是对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啊，一定是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OK， 现在有人选择放弃了哦，所以现在很多业者还是在期待双十文告蔡总统会递出橄榄枝，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刚刚已经讲了，我没有看到总统的这个国庆的文告，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做任何的预测。那么，但是我刚刚也提到，就是我们期待了，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总统谈话，或者我们这边所释出的任何对对岸的看法，都是希望能够促成双边的这个善意和互动。因为本席认为哦，双十文告可能是一个契机，也有可能是两岸互动一个新的里程碑哦。但尤其《华尔街日报》访谈中呢，蔡总统也释出善意，想要来场蔡席会。但目前两岸关系，你们认为看得出来有这个可能性吗？我觉得两岸的问题啊，其实还是要就现在双方已经存在的一些。彼此之间的这些看法，那么要能够先有 互相的谅解和互相的交流和互信，这个是最重要。所以这可能性应该很低哦。我刚刚已经可以期待吗？详细的部分我不了解您。那主委可以期待吗？总统他曾经说过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不过可能性高不高？就是说，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当然呢，这个是不能够预设任何的前提跟条件。只要是对等尊严的话，我们的立场，我们本来就是主张应该要沟通对话，这一向是我们一贯的立场。我们也期待中国大陆能够对于我们一再的总统一再的释出的这种非常善意的这种呼吁，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因为主委，如果听你这样的答案，几乎可能性就是零的嘛。那既然是有可能蔡席会的可能性已经有可能是零了，总不能总是永远追着梦想而跑嘛。那张主委，你要不要先帮你跟张志军的双张会找出口？那双张会有没有可能在谈蔡席会比较务实啊？那你双张会找出口有没有？这一部分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本来就是主张沟通跟对话的，对我们陆委会来讲没有任何的困难。不过当然所有的会谈这必须要双方面都要努力，所以接下来那么就是北京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是对岸的问题？是的。 OK， 那张主委你有没有信心在说我们这边会尽最大的努力，过去有曾经努力过，今后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努力。那张主委你有没有信心啊？不要说现在好了，毕竟现在呢两岸关系也非常的在僵持哦。那张主委你有没有信心在你自己的任内先来办一场所谓的双张会？当然我们对于未来我们总是充满信心，我们知道可能过程是艰苦的，但是我们相信坚持下去，秉持着所谓的善意沟通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总是希望未来的结果是光明的。所以你认为在你任期内有可能双张会促成？当然任何的都是有可能的，其实这个是系乎双方面的一念之间，这方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OK，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有关居住争议的部分哦，因为居住争议跟转型争议其实是一直民进党喊出来的口号哦。那可是呢，我看你好像对于每个县市，我们先来谈居住争议，因为本席看到执政党对于居住争议好像也在分蓝绿，那院长你要不要先说明一下？我们不会有任何蓝绿啊，我们的市政没有任何蓝绿，都这制度是一致的啊，可以应用在每个地方。因为本席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居住争议跟土地争议其实是大家一直所关心的，但是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是他们一直所高举的口号。但执政以后呢，看看这些被迫要迁移的团体，其实真的觉得很讽刺哦。譬如说大埔，然后跟其他呢。内政部部长在7月26日主持营建署的台南铁路东移的这些，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哦。
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您咨询，询答时间15分钟。主席，请院长。请林院长。陈委员好。院长好，我想在这个台东海端乡，鹿雾村村长余元龙哈，在日前，为了居民的安危，哈，特别去勘灾的时候，不幸因为遭受到土石流的掩埋，我想在院会里面借用短短的一些时间，我们全体先为他默哀。好，谢谢。是这样子哈，在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在替他抱不平，因为在他过世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他只有拿到区区8万块的慰问金。我想院长，你觉得一条人命只值8万块而已吗？第一个跟陈委员特别报告，今天早上我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的难过，同时也就媒体报道的部分呢，我们来做了一个反省和检讨。第一个呢，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还有一些保险金等等啊，大约是有400多万元可以去做一个抚慰，但是呢，即使400多万仍然是不够的啊。那所以我们会也正在就是我也请我们的同仁去了解，是不是未来呢，我们就这个村里长他们的这些这个定位的部分啊，我们还是来做一个通盘的这个盘点和这个盘整，希望能够就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比较更明确的保障。好，谢谢院长。我想以这个余村长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想风灾发生，灾害发生的时候，乡镇长、村里长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我想在发生意外之后呢，我特别是余村长的这个案例，希望政府也能够好好的做这些抚恤的后续动作。可以，就现在的一些有一些保险金，一些他有的，以及这些就是中央政府帮他做的部分呢，大概有的金额是400多，但地方政府可能还有一些些非常微小的金额。好，但这部分我想仍然是并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是，谢谢院长。那另外呢，最近台东真的是多灾多难哦。那今天下午已经宣布这个停班停课了。那目前我们看一下这几张，这个就是目前台东街道这个热腾腾的刚传过来的照片哦。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政府哦，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已经成立开设了这个2级的水灾灾害应变中心。要请教一下院长，中央是否有掌握地方的灾情然后给予支援？我在那个早上咨询回到办公室之后，我就了解那个目前的台东和花莲这个停班停课的这个宣布。那同时我也试着去跟台东县黄县长以及花莲县的副县长有联系，但是他们两位显然都在很忙碌中间，所以我没有办法有时间接着电话，我下午必须要来到这边。所以我想我在会后之后呢，我会再试着再去跟县长两位县长再做一个联系。我想本席还是要在这边重新再要求哈，我们因为连续这么多的灾害哦，那请这个中央政府哦给予这个我们东部地区哈能够特别的关爱哈跟实质的帮助，然后要跟院长反映，就是说当初勘灾的时候，院长跟总统都有才是这个我们救灾哦。这些补助申请要从宽从简从速，但是呢上面这样交代
到下面地方执行的时候，你知道台东县政府到现在，主委应该很清楚，你们当时风灾的这个2000万的这个救助金，到底已经执行完毕了吗？跟委报告，我们现在正请我们的地方政府跟公署赶快把这个造次网来把。经费是已经可以对，因为之前我知道你们经费很快下去，但是我之前跟你一起到在台东勘灾遇到你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得到一些讯息，就是台东的县政府这2000万是还没有执行完毕的。那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回头去关心一下，到底这个已经落实了没有？我们都在催办。好好，在还是尽速了哈。好，谢谢。那院长你请坐。昨天本席召开了记者会，那相信这个我们主委应该要有得到讯息哦。在之前呢，我揭露了这个国民党有三个党部占用原住民保留地，那昨天我又再揭露了五个，所以总共是八个他们的党部占用原住民保留地，合计总计这个土地面积有超过上千坪哦。那目前有租约的是复兴乡党部、来义乡党部，还有信义乡以及兰屿乡党部。那兰屿是准备解约的状况哈。那没有租约的是仁爱乡党部、三地门乡党部，还有春日乡以及狮子乡。那当中其中有一些是蛮离谱的状况啦，很多像甚至跟这个图书馆啦，还有什么乡党这个乡公所的文物馆啊，都跟这个国民党的党部是通的，是在同一个地点的。那我想是这样子哈，这样子一种党政部分的乱象，我们应该要限期的改善哦。那要请教主委，没有租约而占用保留地的党部，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限期排除占用？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要全面来提告。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函请地方政府包括公所，就出租的这个保留地要做一个清查。啊，这个部分没有租约的部分，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地方政府跟这个公所来收回。乡公所配合度好不好？目前都很积极来配合相关的资料的提供。好。那我想有租约的党部哈，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全面检视当初的这个立约的这个背景哦。那是不是说从这个无偿占用转为有偿占用，然后最后又转为租用？那这样子的这个历史脉络哈，我本席是质疑它的合法性跟正当性在哪里哦。我认为是应该要全面来解约，收回我们的这个原保地哦。那我另外要。在七月的时候呢，我有请这个原民会统计了一下这个全国原住民保留地的这个使用状况。那我发现哇，这个你们这个原保地被占用的状况很严重哦，自然人也占用，公民营的企业也占用，政府机关也占用。那这个占用的这个土地面积高达8000公顷哦，光台东哦，我们台东就有2600多公顷遭到占用。那另外租用原保地的地方哦，也有9000公顷。那这些占用或租用的原保地哦，绝大部分是位于在比较这个高经济价值的一个原保地哦。那我们这个原保地就是要给我们原住民来使用的，但是呢，这个占用的情况这么严重，这些统计的数据哦，都是已经有登记在案，那没有被发现的。应该是更多哈，那所以请你们好好的清查。那本席也要在这边要求啊，每年以后针对这个原保地，每年都要做清查。那而且每年增加了多少个占用的案件？那你们每年又排除了多少案件？希望哈原民会都可以彻底的掌握状况，然后跟我们院里来报告。我想这个委员的这个指教，我想我们会积极来处理。所以未来该腾空返还的，该提起民事诉讼排占的，或者是追回原来长期占用的这个补偿金，我们都要把它追回。那租约的部分，我们还会，因为很多这个租约都是在神父时代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这个还整个资料在做个会诊，才知道到底哪个租约要做调整，哪一个是要收回的部分。是，我已经提醒过了这个整个
从占用到租用的这个历史脉络的混乱哈，跟它的不正当性，请你们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哦。好的。那另外在这边，我提一下这个台糖的部分哈。那其实台糖很早以前哦就说过，这个因为他们的营业内收入呢，跟营业外收入其实是就是差不多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着营业外收入来增加他们的营业总收入的。那营业外的收入当然啦，不外乎就是卖土地了哈。那台糖很早之前就讲过说，土地将是以只租不卖的原则来处理哦。但是呢，说归说，做归做，那明年度哦，仍准备他们仍然就是要卖了这个，还要变卖34公顷的土地。那台糖的营运绩效跟模式哦，应该做一个彻底的大改革，不然总有一天哦，台糖的土地就是卖光光啊。那而且哦，这些变卖的土地，我之前也有揭露过，有一部分哈、哦、还需要保留部分的盈余给中国的股东啊。所以台糖今年度的预算哦，准备变卖的51笔土地当中，有7笔是在原住民族地区哦。那我在上个会期有提案要求停止变卖，结果今年准备变卖34公顷的土地当中，94笔土地当中有12笔是在原住民，这就是我们原住民族地区在台东花莲的部分哦。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转型正义哦，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我想在这边要院长好跟主委一个承诺啦哈，就是说是不是在我们土海法还有这个我们原住民族土地对不起那个传统领域公告之前哦，我们来不要这个台糖哈、哦，不要再来变卖这些原住民族地区的土地。如果他们要变卖，请跟原民会至少要对过好没有问题哦、才可以释出来变卖，不然哦。这个在你们一直说好我要公告了，结果公告这个传统领域一公告之后，发现哎这个土地竟然被台糖卖掉了。所以院长，我本席在这边要您一个承诺，请你和原民会主委好好守护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可以吗？所以可不可以交代一下台糖这个部分，要求台糖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让那个就是原民会跟台糖这边啊、哦，去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个沟通，那么尽量不要再就这个目前，您刚刚所提到的属于原住民族地区的这个土地啊、哦、的出售呢，除非是有一些必要性或者有一些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等等原因的话，我们希望他尽量不要再有这些做法，好不好？也不是尽量啊，绝对不可以再卖就对了。我现在不太了解，我怕是中间可能有一些属于基于公共利益的问题，我不很确定。我们中间请原民会好好把关，只要在你们划设范围即将要公告的部分，我们就先暂停，好不好？好，这个会有争议。是不是让原民会能够跟那个台糖那边去接洽一下，好吗？对，主委这个部分你可以做到吗？你不要点头，因为没有要录音录不进去啊。对，跟委员报，我们那个划设办法大概在下个月初就会公告。那其实我们长期已经把原来的这个传统领域的部分在学术调查部分都已经完成，所以未来如果台糖跟我们协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对相关的这个那个地图来做一个对照。好，我另外我先跳最后一张哈，那个我要来讲一下这个禁法补偿的这个预算的编列哈。今年在这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103亿之下，哈，我们禁法补偿，我们编了21亿哦，那国库拨了10.5亿，那所以有10.5亿是从这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出来的哈。但是我想请两位好回头去想想，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它的设置目的原来是什么？它应该是要来协助我们原住民的整个经济发展的业务，而不是用来做这个禁法补偿的。我想本席是赞成这个禁法补偿预算要编列，但是你们编列在用了这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我想这个方向是不正确的。更何况哦，特别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哦，在我们小英总统的政见里面哦，他要用这个100亿。的这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来成立原住民族的银行，所以你今年明年你编还可以哈，因为我的草案刚送出去，
那流程走完的时候，通过了以后，请问如果你们在这样编，你哪里去？我们的综合发展基金哪里还有100亿可以来成立这样的银行呢？所以本席是要求哦，正当的一个编列方式是要求这样的编列要回归到林务局。诸位看法跟院长看法怎么样？这个部分啊，跟陈委员特别说明，刚才那个也已经有政委员已经有在郑天才委员也有提到类似的问题啊。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在这边做两点特别的承诺，第一个我们会请主计处啊跟陈委员来说明这个编法是不是有什么根据啊？如果说是这个这里面的编的真的是造成了这个未来原住民发展基金的这个经费不足的话，那第二点我在这边也可以陈委员特别承诺，就是我们会就如果真的有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将来就用总预算再补给他。那么现在我想他主要可能还是为了基于预算的调度，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整个预算规模啊能够控制住，那么可能在这个上面他们有一个考量，但是所有的这个预算的编列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法规的基础，所以它司法性的部分我们会请他跟您说明。所以请你们重新做检讨跟调整。对，假设说是这个部分。好，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现在休息10分钟，休息后继续进行内政组之质询。现在休息。真的。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内政组之质询，请李委员尽力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行政院林院长。请林院长。陆委会张主委。请张主委。刘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站了一天了。谢谢。等一下的问题我会比较偏向的请教张主委了。好，如果需要休息的话请休息。好，谢谢。来，我先请两位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台湾跟中国所谓的两岸关系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冷静期或叫做冷冻期？诸位你的看法怎么样？现在两岸关系可能是一个比较不是一个大家期望的一个状况，那么接触呢也没有，也就是不见得有那么热络了，对不对？是的。那但是它实际上有没有一些包括事务性的包括经济有没有在持续的往来，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来做检验嘛。好，那我想请教张主委，我们所谓的两岸遭逢这个所谓的冷冻期最主要造成的因素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两岸一定要沟通跟对话，我们期待的是追求一个互利双赢的局面，但是很遗憾的中国大陆它就是对于沟通对话它设定了一个前提，设定了一个条件。其实我们希望的是互利双赢，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下继续往下发展嘛，对不对？是。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来下一页。其实现在所有的问题出在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硬非常强硬的说，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必须接受这个原则，那他才要跟台湾做事务性的接触或是谈判，是不是这样？是的。好，那也因为这个原则造成我们很多的问题发生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一个部分是就是说中国在国际空间上开始打压我们，很多的活动我们参加的好好的，或是很多我们本来可以参加的活动现在他都开始进行打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第一个是帕运，帕运，那我们因为没有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中国就开始打压，然后还强迫帕运我们那个队旗队徽还去改，由原来的国徽改成党徽，这个发生嘛，对不对？这个也是中国坚持他的原则，这是一种打压吧。是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最近讨论最多的所谓 Akel 的问题，这个部分3年前确实参加了，可是我在这里请教主委，3年前参加的原因是不是当时接受了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那台湾已被邀请为观察员的身份进去？是的，当时是的。那这一次我们因为不同意中国要求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这次就没有邀请我们，甚至在 Akel 的部分拼命的打压我们，没有错吧？对，我们不能接受任何的政治框架，而且对世界造成非常大的震撼，说为什么中国这么蛮横不讲理，甚至连媒体都打压，没有错吧？是。好，那还是这个中国的坚持嘛。再看第三个，这两天我们在讨论的是 APEC， 那中国也说话啦，中国说你必须符合谅解备忘录。这里我跟主委确认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 APEC 的会员国？我们是 APEC 的会员国。那换句话说，这一次宋主席是受到蔡英文总统的任命，代表他去 APEC 参加，最主要是参加所谓的领袖会议，对不对？是。是。那既然参加领袖会议，领袖会议我们历年来派的代表有没有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所谓的谅解备忘。他参加的是领袖会议，他跟其他各国，我们只是情况比较特殊，我们的元首去不了嘛，所以元首指派谁就是谁去，没有错吧？是。需不需要中国的同意？并不需要。不需要嘛，所以没有所谓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嘛。没有这件事情。那所以很清楚，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用尽各种方法在国际的空间打压我们，是不是这样？是。好，那只是因为他坚持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那不止国际打压，它国内也造成一些问题。我们往下看，来，我想主委对这个很清楚吧？我们所谓的观光，现在所谓的陆客不来了，所以我们观光业者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然后就上街头。那你仔细看其中的一个最右边的这一张照片，他说没有九二，
只有九二哈，九九的饿肚子，那所以要求政府要接受九二共识。那问题是我们政府的考量不应该是这样吗？我们的观光整个的发展应该从什么样的面向来看？那是不是增加国内的旅游？是不是增加外来的其他国家的客人？这才是整个面向要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是。那内部也造成很大的压力，没有错吧？是。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这个我想主委也非常清楚，私募鱼弃作，然后现在开始说啊，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了，私募鱼弃作没有了，所以他挂一个 标语说苦民所苦，要求政府承认九二共识。可是问题是私募鱼的弃作跟九二共识不九二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无关嘛，对不对？完全无关。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为了他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他在国际间打压我们，在内部我们也造成非常多的压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必须全面的来解决问题，没有错吧？是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中国不只是 对外在国际上打压我们空间，对内他还跟我们很多部分的人士来合作。最严重的是所谓的八县市，最严重的是所谓八县市的县市首长到中国去访问。好，那这个我想主委非常清楚。来，主委，我请你看下面这一页，这个就是八县市到中国访问。好，那八县市长访问，然后还看到了这个中国政协的主席俞正声。那我请教主委，依你们的判断，他们之所以能够见到俞正声这个中国的政协主席，是不是他们也接受了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这个是的确是对岸对他们的一个先决条件跟要求，一定要在。也就是说，中国为了分化我们台湾的内部，他设了一个前提条件，你只要接受九二共识，接受一个中国，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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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接见你，那你如果不接受你就不能来，是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甚至有我们绿营的委员连香港都去不了，那中国就是接待这些。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问题来了，最大的问题出在这里。如果主委看，院长也看一下左边这一张图，那下面写的国台办蓝色县市之旅，响应国家号召。现在连广告都要响应国台办的号召，都要响应国家号召。那这个国家号召，这个国家指的是谁啊？诸位。所以，这个是这个北京他的一个北京的动作嘛，所以他希望响应所谓的国家的号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嘛。那问题是参加的对象是我们的八县市，参加的对象是我们的八县市，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我先问一个问题了，诸位，这种制造差别待遇，然后以政治前提作为观光的引导，你认为这个适不适合？这个是非常不恰当，我们也绝对不能够接受。我们不但不能够接受，而且用政治做前提本来就跟观光无关嘛，对不对？然后你用政治做前提，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达到你的政治目的嘛，这无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没有错吧？完全没有帮助。而且那现在我就要问主委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你们的问题。来，八县市的县市长接受了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所以他们见到了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然后后面事后还有所谓的八点共识。那这八点共识就包括他们的旅客，中国的观光客可以到这八个县市来。那我请问，这有没有违反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的第五条五之一？不能够有任何的，就是说，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不能跟对方签订任何的协议嘛，没有错。相关协议一定要经过。那现在的说法是说，没有，我们没有签呐，我们只有共识，没有签呐。但是这个其实有争议嘛，没有错吧？是。好，那不止这一条，来下一页。其实三十三条之一还有啊。就是你没有在主管机关的许可之下，你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嘛，没有错吧？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那我请教张主委，这八县市包括刚刚那一张我们看到的海报，参加所谓的国台办蓝色之旅，响应国家号召，那这样有没有所谓的合作行为？我们这个符不符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三十三条之一？这个法律方面的解释，我们认为还要在，就是说，我们的确很值得来进，值得来讨论嘛，对不对？来，应该要来，主委，我这样正式告诉你，那拜托院长做一下见证。
我在这里正式检举这八个县市首长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1。好，请陆委会在2周内把这个有没有违反33条之1告诉大家。这个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在没有主管机关的许可之下，到底可不可以？好，我请主委在2个礼拜内把33条之1，还有针对八县市的首长这样做，到底有没有违反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请主委说清楚，可以吧？好的，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局势，现在所谓台湾跟中国陷入所谓的冷冻期，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硬要强逼着我们要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但是我们不接受，他就国际打压，国内制造纷乱，两个内外夹击，所以我们老实讲，我们非常辛苦啊，对不对？我们非常辛苦，我们压力非常大。对。但是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这么辛苦的冲突之下，造成差别待遇，那造成这样的状况，那其实两岸之间还有没有在往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来，再下一页。那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我举发出来哈，主委也知道，院长应该有看到这样的报道。我说我们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在自己的任内修改哦，这个原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的规定，就是他必须设限3年，他不是不能去哦，他是3年内他必须向所谓的联审会提出申请，对不对？他结果他自己改。哦，就利用什么？利用第9条之1有提到什么？有提到如果涉密程度比较低，你可以由原机关修改它的管制年限，没有错吧？对。那我查出来，总共有58位自行修改，有的从3年改成3个月，有的从3年改成半年，有的从3年改成1年。那58位，其实58位是我第一次查的，我透过内政部的移民署查出来，总共最后的资料是将近300位。那所以我们的政务官员都拼命往中国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这个我想主委非常清楚。来，下一页。我这个记者会是在6月开，我公布这个资料是在6月。8月的时候，故宫的院长冯明珠，前院长冯明珠还去接受北京的所谓故宫的顾问，还去接受顾问，然后2天前才辞掉，没有错吧？是的，好，2天前才辞掉。那我们现在就要求这个第一个全面的彻查，到底还有多少？目前我手边掌有资料是300多位。好，那第二个，我们已经提出修法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的修法。修法就是说，以后只有联审会可以决定，你服务机关不可以决定。那也就是说，你不能自行修改。哦啊，我涉密不严重啊，所以我3年改成3个月，然后还跑去北京任职，不像话，是不是？所以我们。最主要要讲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还是要依照国家的法律来做事情，没有错吧？是。所以这两个部分，请主委哈，要务必要立刻来检讨。那这两个法规有没有需要修？那我刚刚提的这个八县市到中国去，这个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之1的部分？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嗯、其实民众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经济有没有受影响。我们经济到底有没有受影响？来，我们往下谈。我去查了这个资料，这个还是经济部投审会给我的资料。比较2015年1月到8月，我们2016年1月8月，中国对台湾的投资并没有减少，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还不少。那意思就是什么？中国并没有要跟台湾冷冻，哎，生意他还要继续做，哎，生意他要继续做，哎，所以他继续到台湾投资。继续到台湾投资，并没有像国台办说你不接受九二共识，我们完全断绝往来。没有啊，没有啊，他继续投资。来，下一页。那这个台湾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其实我们一直维持横平，也就是说，台湾非常清楚了，我们有意愿继续跟中国经济上的往来、文化上的往来，所以我们的产品并没有因为所谓现在的冷冻期而有减少，没有错吧？那中国其实对台湾投资也没有减少啊，那为什么经济要他其他的不要？政治目的嘛，政治目的嘛，他强迫我们要接受他的政治目的，但是政治目的能不能接受？这个绝对不可以，这个取决于台湾，不取决于中国嘛，没有错吧？是的。好，我们继续往前看。那更重要的是这样，如果大家先看到后面这张图的后面，哦，就105年，我们现在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05年，我们预估的经济成长率其实有慢慢的回升的现象，
而且经济成长率，我想这个院长非常清楚，就是经济成长率不可能是单一因素，有内部的因素，有外在的因素，非常重要，就是说经济成长率慢慢看到曙光。那但是过去101年到104年其实是对中国依赖最深的，反而是我们经济成长率最下降的，反而是我们经济成长率最下降。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过去马政府讲的要跟中国连接的越紧，我们的经济才会成长，显然不是事实，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那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国内的体制，如何增加我们的市场，分散我们的市场，这才是真正解决之道。主委同不同意？委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们从经济看起来，我们经济并没有因为中国跟台湾现在在冷冻所以受到影响，那我们也不希望受到影响，我想中国也不会。好，来，再来，那我们看所谓的景气绿灯，这几个月来开始出现了，慢慢景气有回升的现象。那这当然因素非常非常多，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国外因素、国内因素，通通都有。但是不是一个单一中国客、观光客来不来就可以影响，对不对？但是我们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用正确的方法才是解决之道，没有错吧？是的。好，来往下，这个图就很重要。我请主委看一下。其实看一下左边的这个橘色的是所谓我们对中国的投资，右边的是对外国其他国家的投资。那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对中国投资有慢慢减少，但是对国外的投资、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有慢慢增加，这才是一个横平的现象。是，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刚刚我讲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啦，或者其他的景气的因素？其实要分散市场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没有错吧？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页。好，来，那事实上最近公布的这个竞争力的部分，我们也比去年做得好啊，也比去年做得好啊。所以整个经济面并没有下降，但是看起来中国非常强硬。那大家要稳住，用台语讲叫做心头爱聊定啦，做正确的事情，没有错吧？做正确的事情。好，那正确的事情是什么？下一页。正确的事情，我认为就是蔡英文总统前几天讲了，他在《Wall Street Journal》还有今天的读卖新闻都讲了，非常清楚嘛。维持现状，这个是689万民意投给他，大家希望维持现状，没有错，这是共同的民意。那所以你要我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这抱歉，我这不是台湾民主社会要求蔡英文做的，不是。台湾民主社会要求蔡英文做的是维持现状，在现有的基础下继续发展两岸关系，没有错吧？是的。好，是。那我们的承诺不变，我们善意也不变啊。所以，包括这次派宋楚瑜去这个参加 APEC， 我认为也是释放善意的橄榄枝嘛，对不对？诸位同不同意？完全同意。是。所以，真正的路，正确的路是要这样解决问题。来，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其实有三个事情要做。第一个，摆脱过去这8年来错误政策，摆脱过去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开始重视分散市场，包括我们现在的新南向，还如何把人才吸引进来，要分散市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这是我们第二步要做的。第三步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强化我们内部的体制，让台湾的经济创新产业，让台湾的经济好起来，我们就跟中国讲话会更大声嘛。这就是我们的三部曲，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正确的方向，这才是真正我们要走的路。主委同意不同意？完全同意，完全同意，这也是政府现在。所以事实上是这样吧？有关两岸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说啊，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好了。前几年也接受九二共识啊，问题是台湾的经济没有成长啊。那现在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要正确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这三步来做。我想主委同意，院长也同意吧？是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台湾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竞争力提升，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多元化，这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主要的关键。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体质要好。我们体制要好，创新产业，然后增加台湾的竞争力，然后未来在分散市场化创造台湾更多的机会，这才是我们对付中国最好的方法。好，我现在谢谢主委哈，主委请回。那第二个主题我想请教的都是院长啊，这个 也是你的问题啦。那其实我不认为是你的问题，我们看第二个。
就是大家最近都在讨论林权内阁的表现，那这个是在你的100日执政百日的时候各家民调做出来的结果，这个是数据而已，这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然后所有的媒体都在做文章说啊，满意度比不满意度低了，所以说啊，死亡交叉啦，翻转啦，林权还能撑多久啦？那就像院长刚才讲的，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好，随便他们去讲，但是我们必须做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没有错吧？来，是的，下一页。好，这个是各媒体帮你分析的，都很多原因啦，各媒体呈现出来就是，哎，一直在讲满意度比不满意度还低，好，那其实我不这样看，来下一页。我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今年9月《远见》杂志的刘内阁，就是所谓的刘兆玄内阁。刘兆玄内阁在执政100日，他的满意度是多少？满意度是32.4，他的不满意度多少？43.5。你的在《远见》这个评鉴里面，你的满意度是52.8，不满意度是37，你远比刘内阁好多了，远比刘兆玄好多了。所以院长要有信心，但是要改进缺点。好，我等一下告诉你我们的缺点在哪。下一页。那满意度下降原因到底在哪里？院长你自己的看法，满意度下降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我想社会各界的期待是很高了，那我们毕竟还很多地方是有疏失，或者说做的速度不够快，或者说我们掌握的部分不是那么明确。那这个而且我们的内阁确实还是有需要在磨合的地方。好，这都是我们院长其实你一针见血了，都讲到大家提出来重点。交接的时间过长，期待过高，陈抗不断，这是现在大家帮你分析的原因。来下一页。交接过长，台大的陈章儒教授说交接时间过长了，大家都以为民进党1月16号就上任，不是啦，我们5月20号才上任，上任以后才开始清理一大堆问题嘛，对不对？今天庄彦雄委员跟你讲说你都在清理垃圾的内阁。好，那也有人说哎，其实交接时间过长，那也有人说民众期待过高。下一页来。期待过高，包括李副总统说，哎，大家对小英的期待过高，所以那个很明显的那个民调就会反映出来，期待过高，没有马上获得解决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下一页，那还有人说没有啦，现在内阁都是被陈抗打趴的啦，我们陈抗太多了啦，哦，太多集会游行抗议，都好像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那是这样吗？来下一页，院长，我去找了一个学术论文，哈，这个叫第二次政党轮替后的社运活动。他发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政权交接之际，陈抗都会特别多，所以2008到2010年的实践上升，哦，那这个在前面2000年也是这样的情形，政权交替之前，这个陈抗事件都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表达意见嘛，他要测试新政府的能耐，所以都会，那这个都不是原因了。下一页。我真正看来，以我一个执政党的立委来讲，我真正看到问题是这样。来下一页，我们有三个问题，我们的内阁现在还存在这三个问题，要必须马上改进，我们才会走正确的路。第一个，我们的政治敏感度不够高，政治敏感度不够高。第二个，危机处理太慢。第三个，很多的政策说明不够清楚。我举两个例，大家就知道。来下面，第一个例就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赵凤仪。赵凤仪啊，不管前朝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最7月29号知道这件事情，8月1号，哦，金管会才开始准备处理，然后到8月30号才由院长你本身来召开记者会，说明整个赵凤案是怎么一回事。那其中的过程，金管会到底要做什么，做了哪些动作，法务部做了哪些动作，并没有清楚的告诉大家，所以就让大家外界反映说啊，你们真的反应太慢。赵峰这么大的事情，第一个要有政治敏感度，第二个做事要快，所以反应要非常快，马上告诉大家说我准备怎么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哪些做得到，哪些做不到。那事实上我想院长知道，赵峰这个案不止金管会在查，我们的法务部也在查。那法务部事实上还透过什么？透过艾格蒙组织，透过美国的 FBI 还在希望协助我们。那目前还没有办法掌握完全的证据，是因为美国现在也继续在调查，没有错吧？哦，美国也继续在调查，所以包括那银行的经理都还没有回到台湾来接受侦讯，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部分都没有讲清楚，没有跟社会大众交代清楚。那没有交代清楚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多的怀疑，然后大家就会很多的胡思乱想。
那这个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兆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兆丰银拖了两个多月，最后才在10月3号，那主委、副主委下台，然后把过去的6个首长移送监察院，没有错吧？那院长，我在就要就这件事情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是的，我想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很多地方没有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但是，没有说清楚不代表真的是很慢呐，因为，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我们牵涉第一个就是双方的监理，还有美国的那个财阀机关呢，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我们还有时候还是要去尊重，因此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啊，跟对我。谢谢对各位对外做及时的说明，这是我们的困难。院长，谢谢。其实这就是我要讲，我们不是没有在做事情，有在做，但是都讲得不够清楚。那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因为美国跟我们有 MOU 嘛，美国跟我们有合作关系嘛，那我们彼此要尊重嘛。那尊重的情况之下，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要清楚的告诉国人。没有告诉国人，大家就认为你们没有在做事。第二点，来下一页。好、哦，所以丁克娃要、哦、下台了，再来。哦，该移送了也移送监察院了，再来。第二个案例就是最近这两天才处理的所谓的周休二日的周休日，我请院长看到前面这两件最重要的，这是2015年5月，国民党还在执政，去年的5月国民党修的法，但是他只有把什么，只有把原来2周84小时改成单周40小时，其他都没有动。他在12月的时候，由当时的劳动部长陈雄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砍7天假，所以7天假砍的是什么？现在劳团非常不满意的砍7天假，是民进党砍的吗？不是啊，是当时劳团就砍啊，当时的劳动部长就砍啊。那这个我们的劳动部为什么没有说明清楚？为什么没有说明清楚？哦，所以劳动部开始6月7号提出来他整个政策，并没有把大家说明清楚，说我们现在是在谈休假，谈休假就专心谈休假，我们的方案最后还是让劳工比原来多了6天休假加一劳动节。那如果我们是要谈工资，我们现在你在休假日去上班的话，你的工资还是加倍 1.59 1.69 对不对？这个都必须说明清楚嘛、哦、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这个事情没有搞清楚啊，没有跟大家解释清楚，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怎么民进党跟原来的立场不一样？其实没有，完全没有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什么？周休二日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顾虑劳工的需求，我们要顾虑中小企业的需求。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必须衡平大家的利益，这个才是我们执政党应该做的。那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砍价的是国民党，没有讲清楚、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做也没有讲清楚、啊、所以院长，我个人认为，我在这里也提醒、哦、院长应该要求各部会三件事情。第一个，政治敏感度要够；第二个，反应要快；第三个，要说明清楚。我们现在检视从520到现在将近 4个月，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反应不够快，政治敏感度不够，然后说明说的太专业太哩哩啦啦都听不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院长，我对你有信心，我们民进党的党团也对你非常有信心，所以现在人家在讨论林权内阁什么时候会换啊、谁要来接，这个都是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不去干涉。但是我必须拜托院长，我也要要求院长立刻做一件事情，要求各部会至少做到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政治敏感度要高；第二个，反应要快；第三个，政策说明要非常清楚，非常到位，这才是能够让我们努力在做的东西，让民众知道，然后做得到的、做不到的都清清楚楚的摊在民众的眼前，这才是民进党对所有人的交代。谢谢李委指教，我想您讲的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我们一定会照这个方向，我们也让各部会首长能够了解。好，我知道院长非常辛苦，也非常认真在做、哦、过去我们在很多这个讨论政策的场合我们也都有接触，我对你的个性非常了解，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但是我希望你的认真的态度要求各部会拜托敏感度高一点，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啊，我们李委员啊，林院长，
陈委员明文之质询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请高路移用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哦，有请院长。请林院长。高路用委员你好。院长辛苦了，我站那么久。没问题，谢谢。好，我想今天对原住民族来讲，最大的新闻就是行政院这边定调是将这个平埔族群的证明这个部分是以这个。修正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原住民身份法，改成把平埔族群好、改成这个平埔原住民。那我想对于这个我们的平埔族亲来讲，这对他们的证明20多年的这样的运动来说，其实这个是最后一里路。那当然啦，我相信就是行政院有积极的努力去做，不过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哦，就是把平埔族证明为平埔原住民这件事情，恐怕是跟当时平埔族亲他们的共识哦，以不修法跟废止命令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不太一样。当然，我还是肯定就是行政院的积极的态度。那在这里哦，我还是要强调就是。我们原基法通过11年了，其实很多的事情刚刚有委员有提到，一直强调就是要不要把过去就是很多的这个被触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我所谓的触犯就是你们认为是触犯，然后呢，他希望是能够撤告，那我觉得不是撤告的问题，而是源头就出问题了，这里面大家有没有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就是一线原警的对于委员原基法的认知的部分做了哪一些努力？这里有一个 PPT， 你看一下哦，就是从2012年的时候到现在哦，总共关于就是违反枪炮刀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野保法、森林法以及渔业法。总共超过700位族人因为这几个相关的法律被抓，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么多人被抓的状况，甚至还有未审先判的情形，再看下面的 PPT， 像这个原住民猎人他要排排站拍照，下一张，而且主动提供影带给媒体公开播送，可能是无罪的原住民当事人，他还没打马赛克，再来，只是。捡拾少量石头的族人，而且都还没有鉴定，那保期总队却大发新闻稿说族人盗采玫瑰石。现在这种状况，即使说这个案件最后是获判无罪，可是呢，在整个司法诉讼的程序中这么漫长，对族人来讲就是一种折磨。请问一下，好院长，这对原住民来说，是不是对于就是原住民尊严以及文化的一个伤害？我想这个部分确实是跟原住民基本法的一些精神是有些地方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也在检讨，而且是希望透过修法让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透过修法，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我们从源头，从我们的警员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就已经没有做到了。我再举一个例子，从102年起。那法服跟原民会其实有委托法服去要求，就是要办理原住民的检警的这个陪侦的专案。可是呢，从2012年到现在，居然有85%的比例是放弃，是放弃这个陪侦的。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这又是什么问题？这个部分。对不起，因为既然我们已经要求了，好，我们已经要求了，遇到要审讯的时候，就是要陪侦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
有85%的族人他放弃这样的权利，你知道为什么吗？实务上不是很清楚，也许我这里是听到的啦。很多人就在讲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原警在对于就是当事人原住民当事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充分告知，甚至是告知的是不实的资讯。比如说，他们会说，这个检警的陪诊需要付费。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说等律师来要很久，那你干脆就写写笔录就算了。那这样的状况，请问一下，哦，我们这边行政院这边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部分是不是让内政部来说？我来说明一下哈，也许方向上应该有这样认知，但是实际执行上是不是真的到位哈？那这个里面有相当多从执行上、文化上各方面的困难。那委员这样提起，其实值得我们重视啊，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背景能够更了解的状况之下，能够做更进一步的强化。好，谢谢部长哦。如果部长认同说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需要改善，在这里本席要求就是希望警政署这边也给我两份报告，一个就是要如何加强原警文化的敏感度，第二个是如何建立面对可能涉及文化权利的原民当事人的判断的 SOP， 这样子可以吗？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确实委员所讲的这个其实也是应该我们努力去做的。好，谢谢部长。那接下来请问一下院长，那你听到前面的这个状况，您认为就是是不是就是在我们的国家法治跟原住民的冲突之间，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以及原警的教育训练也需要更多的教材？我想您讲的是很对的，就是我们在这原住民的基本的权利还有他的应该有的司法上的权益部分，对，我们其实到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研究跟这个相关的跟原住民与文化跟法律冲突的相关的研究。在这里再拿出一个数据给院长看一下，从2013年的刑事的诉讼法修正之后，原住民当事人他就是一律要强制辩护。可是呢，我们只是看2015年总共有3000多案，可是3000多案有一半是交付简易判决，那时候我们的律师根本来不及进场协助。再来，如果不是非简易，不是简易庭的，其实代理率也只有47%，也没有超过一半。那我们刑事诉讼法已经修正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黑数的状况呢？这个部分我不太了解，为什么没有代理率？因为这个实务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抱歉。是，那也希望就是院长这边能够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在我们2013年修法之后，结果2015年过了这么多年，过了2年，还有这种黑数的状况，47%的这个代理率。好，那我提这么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在8月1号，蔡总统其实针对道歉之后，有提到9个承诺，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建立文化敏感度的原住民法律服务中心。好，这一点我相信院长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呢，其实有关于原住民的这个法律服务中心，在总统上任之前，法服基金会其实有来到我办公室找本席，就已经谈到就是说希望有相关的规划，能够及早去让这个蔡总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绩。当时宜将主委也在现场。好，那7月11号的时候，本席也召开了一个原住民司法权益的这个总体检，当时会诊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的意见，也希望要成立原住民的这样一个法服中心。据我所知，蔡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总统府定调就是希望在第一个中心要设在花莲。可是呢，他希望设在花莲，不管是司法院，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法服，也不管是我们的民间东华大学，也积极的参与。唯一要求原民会的就是找到一个地方。可是从8月一直到现在10月，请问一下地点找到了吗？跟委报告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要先确定预算的来源。那
我们在九月七号的时候已经跟法服中心都已经协调好，就是他们实际的计划提出来以后，我们才规划整个办公室的这个。我在这里哈，本席在这里有所强调的一件事情，到现在计划都还没有给我们送来，所有都到位了，只剩下地点，而这个地点也只是蔡总统唯一要求圆明会要做的事情。好，那现在其实本席也协助这个法服基金会已经找到三个候选地点，我希望圆明会尽快积极处理，这样可以吗？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这个都跟法服都有在进行，现在就是计划跟我们他们实际的需求才可以去找实际的空间。这本来应该会是蔡总统第一个的政绩，但是拖到现在哦，我希望行政院这边能够改进一下。再来，在我们这个最近哦，在新闻也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是有关于圆明会董监事的这样的一个甄选的黑箱疑云，其中有一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公开甄选的程序。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当我们要去做这个有关于就是圆文会的董监事的这个甄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圆文会的设置办法就有强调公开甄选，是不是？这个我们要公开甄选。既然公开甄选的整个程序，所谓的公开甄选，我待会再问。一直到这个选荐后的15人再来审查，到了名单产出，这整个流程全部都是公开，怎么有一块被盖了黑布了呢？请问一下，公开甄选这四个字很简单，就是公开的甄荐或是甄求，再来就是公开的选拔。那公开甄选既然是公开甄选，为什么有一块是黑的？那么从头到尾都公开了，你们只做一半，那这又是什么意义呢？跟委报告，我们公开甄选，请问各界提供资料，因为我们还主动组成一个审荐小组。我希望这个是由院长来回答，因为有关于这个圆文会的董监事的这样一个提名是由行政院提出来的嘛？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整个流程当中是什么原因让他黑了一块？是什么原因把它盖住了？让我们完全照圆文会的设置条例来。高荣委员，这样子啊，因为这个部分我们行政院没有执行，应该是圆文会在圆明会在他们在处理啊，所以细节部分不了解。不过我想，基于公开甄选的精神，他应该是有公开征求，只是这个最后选出，您现在质疑可能认为说，那怎么会出现15人是根据什么程序来的嘛？啊，他从头到尾就应该公开，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精神哦，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厘清这个问题哦，我们是希望就是圆明会能够提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好，原本他提出推荐跟自荐的这个名单，可是呢圆明会昨天哦就带了他的这个教文处的这些官员哦来到的本席的办公室，他说因为个资法，不好意思哦，法务部这边也有解释哦，他们提出的个资法其实有一点一个重点，就是为了落实民意机关的监督，符合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这个是个资法允许做特定目的外使用的情形。那表示本席是依职权要求圆明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料。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院长，您能不能协助我把这一块黑布掀开呢？如果委员要去了解这个中间的过程的话，我想委员是有权利去向圆明会了解的。好，那谢谢。那再来，那既然就是院长已经答应了，那再来我就是接着下一个，是有关于就是上一次质询的时候，其实有就教过一下我们的这个院长，我关于就是原住民的这个名字的部分，其实当时有请院长去回答一下，到底哪一个是我的本名，院长还记得吗？有记得，但是我知道好像那个答案跟我的直觉是对，没有错。所以呢，6月17号的时候，内政部回函说，原住民不能在身份证单独使用罗马拼音作为姓名的标示。那要不要请一下叶部长，你可不可以亲自说明一下理由是什么？对不起，您刚刚讲的是说亲自说明。叶部长，因为这个内政部的回函嘛，
委员，我再跟你再详细说明哈。确实，一个方向是希望能够尊重啊原民的原来的姓名。那拿你的姓名来讲啊，考虑引用，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讲。但是如果换成汉字的话，就被高路以用什么？那这样念起来，其实是真的让我们感觉好像有点隔，所以我们方向上啊、哦，方向上是尽量能够去尊重。我非常清楚，叶部长也清楚，就是说尊重自我认同也是宪法的精神之一。那为什么姓名是这个名字是法律的这个保障的人格权，那为什么不能尊重我们的意愿？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并列，我们要单独，那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们说的？就是不能单独、那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哈。那我们好，谢谢啊，委员，我们的时间到哦，再请内政部向高路一样委员做个说明啊。那么现在啊 ，Glass 尤达克委员、林俊宪委员、李立芬委员、周春明委员均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请林委员立场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院长、各位媒体、各位我们行政官员，大家午安，辛苦了。我们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林委员好。院长好，相信我们最近行政院大力的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那目前教育部的动作最大，编列经费要补助外籍生，然后扩展海外的招生了哈，大量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来台湾念书。可是本席觉得鼓励外籍生来台湾念书是一件好事，可是不应该。不能为了招生而招生，也不能为了要解决大专院校的缺额而去招很多外籍生，这一点本席必须要去强调。那台湾的高等教育，我觉得不能学电话，那也不能只为了解决少子化，而是去国外招了很多学生，补助了很多学生，那我们必须要重视我们的高教品质。对这个远从重阳来到台湾念书的年轻学生，既然让他们来台湾念书，就应有的权益就应该要给他保障嘛。这个部分本席认同，不晓得院长您认同吗？这个原则，谢谢林委员指教。我想您刚刚讲的也是我们认同的方向。对，好，那您有认同就好。那本席是来自东南亚，那我到台湾也19年了。那曾经当过社工，对台湾的社会福利是非常深厚的感触。那我们虽然知道台湾比不上欧美国家，但台湾对于东南亚，台湾的社会福利的制度其实相较东南亚来讲相较完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但是这些侨生来到台湾之后念书之后，最羡慕台湾的就是社会福利这一块，这个地方嘛，院长您应该也知道嘛。那院长您知道吗？对于周边国家，包括
大陆地区民众而言，台湾最著名的社会福利体制是什么？您知道吗？对邻近国家或大陆地区的民众而言，台湾最著名的所谓的福利制度是什么？林委员，您刚刚所提到应该是指的是健保。好，没错，答对了，先给您加一分吧。台湾开放全民健保已经20多年了，那整个制度上面收费也是合理，那还有服务也是普及，品质呢更不用说，像全世界来讲，台湾的医疗体系算是名列前茅，您应该这个也知道嘛。那请问一下，外籍生跟东南亚生或侨生来到台湾，可不可以加入全民健保？我知道目前的侨外生应该是有一个健保制度在。对，就是在台湾居住满6个月就可以加入全民健保嘛，这个部分您应该也知道吧？是的。那有很多国人对政府也不谅解，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外籍生负担40%的健保，然后呢，为什么要帮他们做那么多事？本席知道，有些人常常都以成本考量来批判这件事，觉得健保的裁员负担，为什么我们要开放外籍生纳保？但事实上，我要跟您分析一下，健保的裁员问题是给付制度所造成的。您应该财经专家应该知道这个逻辑吧？因为外籍生或侨生来到台湾，基本上的年龄层都非常低，都在18到30岁。那他们是最健壮的时候，其实他的医疗使用率是非常低的，不会造成我们健保的拉垮我们健保的所谓的裁员，这一点您应该知道。哎，不要因为说啊让他们纳保，我们要帮他们付，变成说改看拖楼梯，把责任都卸责了，卸给外籍生或侨生。这个部分您认同吧？另外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考量外籍生或侨生来台湾读书，给他纳入健保，不应该去考虑任何成本负担的问题。好，那基于人权考量，就是健康权的普世价值不能差别待遇，即便不是我国的，他们来到台湾，那来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有保障，台湾政府应该要保障这些学生的就医权。本席认同这个概念，刚刚院长您的回答，我相信您认同，蔡政府总统应该也认同吧？我想，我们会不会认同？目前的健保制度，当然它有很分很多类啦，但是呢，侨外生也应该要把它放在里面，这个是合理的。对，所以您也认同说，所谓来到我们台湾，不管是哪里，他们都要有这种就医的权益，都要保障嘛。这个部分您认同吗？要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对，不敢说我们是100%的保障，因为好，那大家都您认同，在场大家应该也都认同，包括您刚刚回答的认同，在认同人权保障，台湾目前开放外籍生、侨生参加全民健保，但是还有一群学生在台湾有缴学费，可是他永远都没办法加入我们的全民健保，他每次看医生都一定要比外籍生跟侨生负担的。多负担的贵，全额负担。院长，您知道是哪一群吗？我知道你刚刚应该讲的是大陆的学生，就是陆生嘛。那陆生纳保这个议题，每次谈出来就会变成说蓝绿的政治攻防的焦点。那中华民国台湾自诩为是亚洲最民主、最重视人权的国家，但非常讽刺的是说，只要一谈到陆生纳保，就会变成敏感的政治问题，政治考量会凌驾了人权的保障。对这个部分，我觉得说不应该了哈。本席也注意到，蔡总统在对于陆生纳保这个议题上，看他的看法了哈。在早在2014年的时候，他要参选回任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他有讲过，您可以看一下他讲什么。他那时候说他不反对陆生纳保，在去年参选总统的时候，他也当了所谓的蔡主席的时候，他也从事的说了好几次，先是说民进党支持陆生纳保，他认为所有外来学生在健保上待遇一致，民进党希望从根本处理这个问题，
所有来到台湾的外籍生健保上面都要待遇一致。但蔡主席现在已经是蔡总统了，那当时蔡主席的所谓的智库的幕僚就是您，现在也当了行政院长了，那您觉得蔡主席会不会支持陆生纳保？在这边您能不能帮蔡主席或是帮您现在任期已经是行政院长做一些承诺，您支不支持陆生纳保？我想我们的看法应该是跟刚刚您所提出来的蔡总统的过去的说法是一致的。对，所以他是支持的，那是他现在已经把当了民进党的蔡主席，现在提升为蔡总统，您觉得他会继续支持吗？我相信蔡总统的这个看法也是没有改变的，不会改变嘛，哈，那不会改变就要有行动。那您知道陆生纳保有哪些途径可以去改变目前的陆生纳保问题吗？有哪些途径？这部分可能要请卫福部或者是陆委会。好，那我跟您分享一下了哈。陆生纳保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可能跟您的陆委会主委有关系，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20条修正陆生纳保的资格，从停留改为居留嘛。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您讲的卫福部，因为第一个是您可以直接回答的，第二个是卫福部您也可以决定的，就在健保法里面去修嘛。那我们知道马政府时期曾经提过两岸关系条例的第20条修正案，就是停留变居留。那也在上一届的立法委员也提过，很多立法委员提过健保法的修正案，直接在里面明定陆生的那个投保的资格跟费力嘛。那这个部分都在上一届的立法院里面被民进党跟台联党的立委挡住了。那现在民进党已经执政党了，您刚刚说蔡总统会继续支持嘛，那现在我要问的是说行政院的版本什么时候出来？因为我的版本在早上已经一读了，您的版本什么时候出来？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允许我去了解一下实际的进度？不能了解，因为现在要做了，因为大家都支持，在以所谓的普及人权、就医人权上面，大家都支持的状况之下，从2014年到现在，也不能说再了解了。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说行政院的进度嘛，因为我现在不了解行政院的目前的进度，所以那您了解大概要花多少时间了解？还是我播10分钟让您打电话问一下蔡总统？这个不需要去总统说明他的那个立场，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就是如此啊。那只是说是因为你要问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提出相关立法？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用，我想我们回去还是要4年后。我们去了解一下进度，这个进度随时回去之后就可以。那进度大概多久？您可以给我，因为了解进度不会多久，久到我连我上任才6个多月，我就可以提出来。我不知道行政院团队这么多，到底要多久？这样好了，我想我们请、您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呢？我们请我们的政务委员，那个林美珠政务委员去了解，还有陆委会跟卫福部目前的这个做法，然后我们请他。我觉得尽快不要超过我上任提出来的时间哦，请院长注意哦。我现在2月份到现在我已经提了，我希望您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因为您的团队不应该比我还慢了哈。我觉得说陆生、外籍生、侨生在台湾所有的学生应该要一致，不能差别待遇。那既然外籍生有了，我觉得说这个要一致。那第二个议题就是说。本席在上一次执行您的时候也谈到外配取得身份证的6改4，那这一次谈的陆生纳保这两个议题，您知道吗？这两个议题都是政治敏感度，对我来讲只是一个人权而已，可是对您民进党的政府来讲，可能是政治敏感度很高的两岸政策。但我觉得如果换个角度来想，这两个议题是民进党的两岸关系的突破点啊，这也是我跟我们张主委跟院长您提过，您好好的对待陆生跟陆配，其实是对两岸关系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相互点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蔡总统在最近也受到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强调民进党政府不会走上对抗老路上，我认为说这个先事是好的，但两岸关系的态度一直是各界交
那个关注的焦点了哈。那以扁政府时代是怎样 的方式呢？是两岸陷入所谓对抗的状态，烽火外交的状态。院长，您那时候也是扁政府的官员，您应该非常清楚。可是我觉得说，蔡总统说的两岸不要对抗，这一点应该是台湾民众、台湾社会的共识，不要对抗嘛，哈。所谓的不对抗是一种政策的取向，而不是政策的目标。你应该很了解，只是一个政策的取向，大家有共识。可是政治的目标是什么呢？本席认为两岸关系要清楚明了地说出您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有政策目标才会有决策的做法嘛。那我知道马政府那时候的两岸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持和谐稳定嘛，马政府的政策目标就是以现实的目标去做，做法是什么？两岸经贸关系嘛。那人的交流又是什么？马政府时代是开放所谓的观光客嘛，那陆生嘛，然后呢对待陆配在台湾的权益嘛，这是马政府那时候的 决定的做法嘛。可是蔡总统呢，我觉得还没有嘛。所以有人说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难道蔡总统两岸关系放任一直恶化下去吗？张主委，您是立委会主委，这个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啊。所以呢，我觉得蔡总统的理想两岸关系到底是什么？院长您知道吗？两岸关系的理想是什么？如果你要我来说明，我是应该说，两岸是应该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下，对等尊严，双方的彼此善意互动。对，然后呢，从人员交流嘛。当然，这些都包含在内。那从人员交流，不管是新南向政策，蔡政府也是说从人的交流，以人为本。那从两岸关系也是人的交流。那立禅，既然新政府没有具体的一个作为，我跟您提供两个。一个建议啦，第一个是上次我有讲过，新南向政策要从本国做起，要从新培力新住民新二代，要从照顾外籍移工做起，这个实质的切入点才是点。那两岸关系条例一样，您的切入点是什么？就目前在台湾现有的陆配姐妹有30几万人呢，我们的陆生，这个切入点是清醒的切入点，才是真正解决两岸关系。请新政府好好的思考，不要遇到所谓的陆配跟陆生又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大的意义呀、啊，不管是政治意义还是人权意义，对台湾来讲，不管在人权公约里面，还是促进权益平等里面，才是真正的平等。您认同吗？当然，我想我们并没有去排斥，所以没关系，您有认同就好。我希望陆生纳保尽快在最近赶快把相关的法案。好，谢谢林委员，谢谢林院长。柯委员借敏之质询，以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报告院会，本日排定内政组质询的委员均已质询完毕，谢谢林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列席答询。现作以下决定：10月11日星期二上午9时进行外交及国防组之质询，现在休息。